好，记者先生、朋友们，对不起啊，开会了。坤哲的，好，现在继续开会。现在介绍在场的委员，李坤哲召集委员，坤哲，打招呼。郑宝清委员，好，介绍在场的列席官员哈。交通部王国才航政务市长，谢谢哈，请坐。航政司陈进师行政陈进生市长，谢谢。会计处洪玉芬处长，谢谢。人事处李玉慧副处长，谢谢。民用航空局林国显局长，请坐，谢谢。桃园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曾大人董事长，好，谢谢。总经理肖登科先生，谢谢。营运副总经理蛋昭碧先生，谢谢哈。工程副总经理陈福将，总工程师是总工程师张垂龙先生，谢谢。会计处的王文宽处长，业务处余副处长，好，请坐。维护处的孙宏斌处长，总务处郭秋成处长，货运处刘志明管理师，资深管理师哈，谢谢。政风处的陈德伟处长，谢谢。人力资源处的许孝德处长，好，请坐。航务处的苏崇义处长，营运安全处刘光岛处长，好，请坐，谢谢。资讯处黄国峰处长，好，谢谢，看到了哈。航油处的马宏伟处长，谢谢。工程处林文珍处长，谢谢。财务处曾明峰处长，好，谢谢。秘书处许家瑞处长，好。企业及企划及行销处丁元宏副处长，公共事务室郭宇平副处长，谢谢。法律事务室刘小平经理，桃园机场保全股份有限公司蛋昭碧董事长，谢谢。内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沈博阳副局长，好，副座请坐哈。行政院主计处林秀生科长，好，还有我们叶宜津委员到场了哈，谢谢。我们最美丽的交通委员会最美丽的叶宜津委员哈，现在请议事员宣读本日会议议程。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营业部分关于交通部主管桃园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预算，询答及处理宣读完毕。好，请交通部王市长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先生，今天应邀参加贵委员会就本部桃园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106年业务计划跟预算提出报告。作为桃园航空城的核心，机场公司秉持永续、创新、友善的这个服务精神，致力加强机场的安全，提升服务品质，完备跟强化基础设施，来创造更优质的机场服务跟旅客的使用经验。希望能成为东亚的一个枢纽的机场，协助我国产业发展，作为区域发展推动的引擎。另外，机场公司积极推动控测设施全面强化的工程，并引进智慧力能建筑的概念，推动第三航厦的建设计划。同时，为完成基础设施的升级，将以智慧化构想扩充航厦空间跟使用的频数，推动第二航厦的扩建，促进行李输送系统的自动化，以及我们即将通车的机场间 A1 站的这个一般登机，以及我们把所有的数位化管线的资料现在做一个图资等等哈，我们希望来满足桃园国际机场未来航空运量的成长，并兼顾日常营运的品质。有关于桃园国际机场公司106年的这个整个业务的这个计划跟预算的编列内容，以下请曾大人董事长向各位委员提出报告及说明，敬请各位委员会议支持，谢谢。
好，请陶记公司曾董事长报告。主席、各委员、各位理事、各位先生，今天应邀列席贵委员会就本公司106年度业务计划及预算编列情形提出报告，致感荣幸。以下仅就本公司106年度业务计划重点预算编列及前年度预算执行情形提出简要报告，敬请各委员不吝指教并会予支持。本公司以飞航安全至上、旅客服务优先，106年度将持续朝基础建设升级、旅客服务满意及国际接轨等三大构面继续努力。以下分别说明。在基础建设升级构面上，第一，我们是要完成道面整建及助导航设施提升计划。桃园机场南跑道于104年1月8日启用，跑道长度由3350公尺增长至3800公尺，跑道等级由 Category 1提升到 Category 2。北跑道已于104年，就是去年年底12月24日启用，跑道等级将由 Category 2升级到 Category 3。全案预计在106年7月底前计划结束。桃园机场现在以两条全新的跑道提供飞航服务。第二是在第三航站区建设计划、第二航站航厦扩建计划及出境行李输送系统改善及升级工程建设的计划方面，这个第三航站区的建设计划展望未来客运成长趋势，三航站区重大建设计划已经于104年经行政院核定，现有的用地范围，并考量未来发展需求，新增机场的建设用地，目前已经进入细部设计阶段。另为计划顺利执行，同步推动 WC 滑行道迁建及双线化工程，已经完成航科馆的一个拆迁工程、航站区及相关机坪滑行道等工程，预计在106年第二季陆续开始进入发包施工的一个过程。第二航厦的扩建计划是基于本身在桃园机场的旅客运量，在去年底104年底旅客量已经超过3800万人次，而且持续成长中，已经超过桃园机场两座航厦的设计容量。为确保国际机场应该有的服务水准，本公司扩建二航厦使用空间及基础建设，将会增加旅客自助报到柜台、自助行李托运、景观电梯等，增加了面积达到20778平方米，增加服务容量为每年500万人次，可以解决服务设施及航厦空间不足的现象。另外，规划建设空中花园、景观台及胶囊旅馆，提供转居旅客使用，提供旅客的一个升级体验。一航厦出境行李输送系统改建计划，也是为了配合把目前一航厦人工分拣的系统改为自动分拣的系统。另外，同时我们也强化基础建设，例如管线图说数位化、电力电缆更新汰换及零星改善工程等。在旅客服务满意度构面提升上，第一，我们是要创造旅客服务的空间与时间。机场捷运 A1 站智慧化报到系统工程，配合这一次的捷运的机捷的通车，我们将会开办City Downtown Check-in， 也就是预办登机的一个高端的科技设施，作为桃园机场的一个服务延伸，可以疏解一二航厦空间拥挤的情形，又可健全桃园机场连外交通的完整性，是我国首创的市区智慧化航厦服务。第二点是在提升旅客服务品质方面，本公司持续推动整体服务沟通平台，按照国际机场 ACI 协会的一个服务品质综合评比的结果，与各公务单位
航空公司、零售商及餐饮业者做到横向的居中沟通协调，达成服务满意度最大化的一个目标。106年，本公司将依此持续精进，维持最佳的旅客服务水准。第三点是将引入台湾文化创意与体验，创造停滞经济。第四，在国际接轨构面上，本公司将持续与国外机场、专业组织及标杆机场交流及专业学习，与 ACI 关系机构合办国际机场专业管理认证学程，并积极参与国际的相关专业机构的一些活动，来行销台湾。在106年预算编列的情况，简要说明如下。董事长。预算编列情形跟执行情形就请委员们参阅，好不好？是，按照主席的指示，我们这边有相关的书面资料，请各委员再详阅，好不好？详阅。那至于本公司在作为桃园国际机场为亚洲航空城的一个核心的角色上，本公司将致力发展成为东亚枢纽机场，提供优质便捷之客货流通环境，以协助我国产业发展，并作为区域经济发展推动的引擎。本公司106年度营业预算系横着往昔经营时机及未来趋势来编列。展望未来，本公司全体同仁将根据推动各项重大航空基础建设，持续挹注及扩大航空服务运能与国际标杆机场服务品质，齐头并进。敬请各委员鼎力支持，并会议指教，谢谢。好，现在进行询答，先宣告以下事项：询答时间，本会委员8+2分钟，其他委员会委员4+1分钟，暂定10:30休息10分钟。委员发言登记在10:00截止。各委员如果有提案的话，请在10:00以前提出来，以便议事人员会诊。中午原则上不休息。现在请登记发言的第一位的郑宝清委员发言。谢谢主席啊！我们现在请那个王次长，好，请王次长。还有请航空桃园国际机场公司董事长曾大人，好，请曾董事长。市长，辛苦啊！走，走。老赵哈，老赵，辛苦啊！我想啊，这里我们现在的机场这个有几个重要的整个投资了哈。第一个是我们桃园机场是不是要去投资机捷？有啊不？有没有这个计划？这目前的确，桃园市政我提出来，那我们现在正在评估中啦。哦。那我们是想说，短期是先让他经营看看嘛，因为他现在刚一个新的开始，但是这个过程我们在内部还在评估中。啊，你感觉伊会赚钱还了钱？桃姐吗？对。就看他怎么经营吧。我们是乐观，乐观。乐观哦，是。看不过伊今麦已经了34亿了呢，这个交付要不要跟人家补贴一下？是因为当初你跟人家延宕工期，他很早成立桃机公司，桃姐公司。结果撩钱撩到黑黑，现在撩30多亿去啊！这部分在市政府那边有提出来了，也是在我们是希望说，在我们整个捷运的这个捷运款里面，看有没有办法，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稍微补贴一下。的确，过去就是一直延误，所以他的公司很早成立，说很多有没有要补贴多少？这个还没有算。的确啊，我跟那个政委报告，是中烂了。不可能，因为上个礼拜我们刚刚通过这个初刊嘛，所以我们大概这个结束后就慢慢第一个是回到这个合约的问题了哈，是，第二个就是回到这个可能有，因为错在我们了，所以中央政府最少要补助一半了哈。这个我们需要再讨论一下，再讨论，就看看说是我偷了熊哥酒，陕西的中波做完了哦，来，当时电话问你了，来。董事长是委员长，请问一下，找，请问一下那个投资桃园捷运哦，你们认为是对你们是正面还是负面的？
本身我们公司在未来十年有相当多的大型建设是完全百分之百要自己筹资来投资的，我们本身有很大的一个投资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是不是财务上还有相关的一个能力继续来投资桃园捷运，要看桃园捷运本身经营的状况以及我们相关的财务分析。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相关的评估作业，相关评估哈、哦，相关评估，其实都是经营管理哈、哦。市长，我请教你一下哈、哦，请教你一下，是，当然是除了这个桃捷公司亏钱以外哈、哦，更重要未来营运、嗯，我们现在看起来哈、哦，这个北捷哈、哦、已经刚好做二十年，它是1996年开始哈、哦，那到2016年，这样就是刚好二十年哈、哦，它现在每年。本业还是亏损6亿，对，市长你在不？我在。啊，南工开始去补的，对，开始营业的时候亏损，交通部要怎么会去补贴他吗？有北捷吗？不，有交通部啊。就是过去交通部跟地方的分工都是在建设经费的补助了，嗯，然后亏损补贴这一部分大部分都是由地方政府。但是问题是，他这条不是只有桃园在负责啊，你还有经过新北，还经过台北市啊，这是大家在用的。不是只有桃园主要在走桃园的线，不是吗？对，所以我想说，他整个我知道他的像，你也包走阿未啦，你也高路包走阿未啦，我要你讲较紧啦。这个现在真的还没有算，现在基本上就是说，营运的部分还是回归到地方政府先来处理哈、哦。那中央能补助是那种很短期的啦，比如说四成的部分可以做一些补贴，比如说他现在、就四成的部分由中央补贴啦，啊，以后营运的部分大家再来协调看怎么样处理，对不对？我跟你说对吧，但是部长跟你说、嗯、这公司关公司 我很清楚啦、嗯嗯嗯、这都跟管理有关系啦、okay. 即使我们看到北捷虽然亏六亿，每年亏六亿，但是实际上它 整体是获利的、嗯嗯、就是靠了其他的相关的副 业的经营啦，是是是，所以啦 我现在先问那个当主长，来当主长我请教，来你那个子公司当然就是做得不好啦，现在打算要结束营业，所以你那个大概什么时候会结束营业？我们的相关的解散计划已经报交通部，交通部同意就可以转型这边核定以后就可以办。但是我看今年来变了1.5亿的预算。那是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编的，所以我们在今年年中有。1.5亿可以删掉了，对不对？我们检讨以后，如果上面同意，不要检讨，今天马上要审你的预算啊！你要告诉我们可以删多少，还是可以全部删？我们是朝向解散的角度来处理。解散就1.5亿可以全部删了、啊，对不？是。定你定投对，我们就暂行哦。基本上就是我们评估，就是说现在的这个航空警察局已经有聘一些人进来，所以补足原来他成立保全子公司的一个目的了哈。那是因为航警不足嘛，现在如果有的话，这个公司就没有存在的，对，就不再那个经营。保全在解散之前还有一部分人事费用要开支，好，那这部分就留下来，其他就不应该再留了哈。来，那个市长，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意见要请教你哦。这里吼，我真错愕，你知道？什么代志？知不知？嗯。吼，我拄上任的时候看机场，吼，甲我讲吼，阮机场未来一个足大愿景啦，吼，叫做智慧机场。吼，讲甲比天较大呢。吼，讲这偌伟大嘞，全世界吼排第几，搁第几安尼吼。吼啊！现在突然之间看到你们不做了，嗯，看不会做啊啦吼。你知处理哪这代志？知不知？哎，我知道他原来有一个计划哈，一直执行不了。我知道，就是对啊，对。所以我拿破仑哦，在滑铁卢讲一句话：伟大崇高啊，到荒谬可笑，只有一步之遥。一公斤星的吉安呢？嚯、哦，讲得很崇高伟大，啊，突然间就不见了。哎、欸，是为什么？那也歪走。来，因为像那个，我看到他人家全世界那个智慧的那个机场哦，比如说那个什么，这个自动这个行李的自动过通关啊，哦，啊，包含很多的智慧的停车场啊。为什么不做了？跟委员报告，委员刚刚讲那个是一般我们对外界讲所谓 T4 的部分哈 ，T4 的部分它选的位置可能并不适合，经过我们鉴定并不适合，它会跟 T1 的动线以及它的空侧的相关的动线造成整个像一个大工地一样、所以我们那一部分我们经过评估好好，但是智慧化这一件事情，我们会在其他的机航厦。现在讲到智慧化，我们就需要第三机场，对不对 ？T3 嘛哈，对第三航厦。那、有没有把那个智慧的思考设备？引进到 T3 上面，T3 是一个全新的设施，所以它里面会有充分的智慧化。我们在第一个展现出来，就是在我们 A1 站里面会有 backdrop， 就是有自动行李托运的一个收件系统，是在
T1 站就配合季节位站，我们就开始设置。嗯，开始设置。那在机场里面有没有自动收行李的系统？将来 T3 一定有。T3 一定有。那我请问一下，什么时候会完工？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启用 ？T3 是2020年完工，但是要经过起码半年的试营运，所以在2021年的年中我们可以准备好。确定吗？目前计划是这样执行。你在公国计划了，要确定啊，对不对？我们这样定了目标，我们设定目标，我们才会尽量去努力。置换不利，忧患不坚呐、啊。目标定啊，都改来改去，改来改去啊，百姓都能看笑话。我请问赵文董事长，2021年可不可以开始启用？2021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朝着目标全力来达成。要达成啊，是、哦、好不好？不要再达不成哦。所以我们希望啊，把这个，当然这个智慧型以外啊，需要很多相关的配套措施，提起用管理啦。我看是咱的机场公司现在最大就是管理还不足。我们的机场里面其实可以创造很多获利的空间，我们都没有在用，你知道不？当初你知道，你信我？我们其实尽量可能让商业空间尽量来扩充，而且增加的一个频效率，这部分我们是继续在努力。对，要新的思考啦。我们认为连空桥都可以赚钱，你们都不去用。空桥有收费，现在有收费。不是，我不是就空桥收费嘛？你空桥两边也可以做那个什么影视看板嘛，影音看板嘛，对不对？把那最美丽的高处长放上去嘛，又赏心悦目，又可以收钱。我足侪空间拢无用到啦。所以董事长可以纳入到商业，要用新的思考了哈，要创新，不创新就会被淘汰。是，所以可能要用新的思考，想怎么样发挥我们机场这么多人在进出，可以做到什么样的广告，可以收到多少获益？我想这个机场可能都要前面的去考虑跟规划。谢谢委员指教，我们会朝着方向，好不好？好、哦，我想咱个足侪所在拢会使做广告，拢无彩，拢无得用啦。遐卖你足侪钱，卖你足侪钱啦吼、哦。这做起来又漂亮又好看，你看如果说高球场的广告，而且对不对？蓝天绿地，漂漂亮亮。光可以下来看到漂亮的东西，又达到广告的目的，您公司个收入又增加，所以，次长，我希望陶机公司啊，未来的奖赏啊，应该按照绩效，绩效好的话就给他扩大，给他奖赏，那更重要就是哦，奖赏一定要高低之分，嗯，你拢赶快呢，年终奖金，年终奖金用轮呢，这永远不会改变我们国营事业的这种效率。市长，你有赞成吗？我觉得 OK 了。然后那个，是不是我这一部分请陶机公司讨论一下？然后我知道政委员在这个经营上面非常，以前经营绩效都非常好，很有经验哈。也可以，我们请他也请政委员到机场公整个台湾机场那边去看一下。对，我们看哪一些是可以赚钱的。对了，应该是诊断一下，这样对，可能就要新的了，要新的思维了哦。好，因为你是当你是成熟的时候就准备腐烂嘛。你是 green 才能够 grow 嘛，是，就是你要绿色才能够成长，好不好？好，我们要陶机公司加油了哈。好，谢谢郑委员，谢谢。好，谢谢郑宝金委员，请赵正宇委员发言。谢谢主席啊，那请王次长。好，请王次长。曾董事长哈，曾董事长，谢谢。赵委员早，这样早啊，早。这个郑委员讲哈，这个国营事业几乎都是亏钱的嘛哈，几乎啦。那有一个赚钱的，就是我们台研哈，我们郑宝清郑董事长啊，这个可以让他赚钱。这个做海水做那盐啊，剩下的水啊，还可以做那个有没有生成饮那个水来喝、啊，这个全部用到物尽其用啊，这个不容易哈。是我常讲，当公务人员要一个企业家的精神。为什么要企业家的精神？把这个当做事业来做，好，把你们当 CEO 来做，哈，把这个国营企业不是国家的东西，民众的钱哦，就来乱花，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哈。那我劳基法已经修改完毕嘛哈，这个一例一休嘛哈。那最近那个客运业者哈，还有我们的台铁，因为这个成本一定增加嘛，对不对？是不是？第一个客运业者又征不到司机，啊，最近有这个一个月7万块啊，还找不到司机呢。另外一个台铁，我们春节快到了哈，下个月就到了，是啊，是台铁要罢工啊，缺了2500个人啊。那请问部那个次长，台铁工会呛春节要罢工哈，
那到时候旅客的权益如何保障？针对这个问题啊，请你说明一下吧，先说明一下。谢谢赵委员。我想说，他们过去今年也都一直在持续有些课题。然后我们现在的整个台铁的相关的也都在处理了哈。那当然我们是希望这个不会发生。好，那刚才提到一例一休里面，尤其像11小时的轮班的空间，的确也有影响。是，但是他目前也在思考一些应变的方式了。他每个月总共上限是多少个小时？我问你，我请教你，加班了。现在是46个小时，46啊，对不对哈？对，你要搞清楚哈。对，那你刚才讲了半天，还是没有把答复清楚啊？那今天如果他们罢工的话，缺了2500个人，你要怎么因应啊？人的部分旅客的保障你要怎么做？是，说明一下。我跟赵远部人的部分是让包括怎么调配？行政跟交通部都在处理了。那目前的确在人力，比如说在司机眼的部分，因为他有养成教育，他会比较跟不上。但是这一部分我们就是一方面先短期的调班，然后一方面等赶快禁用进来，所以现在这个部分是有共识，是往这个我们是虽然说一例就真正落实，我们员工真正好好休息了哈，所以增加人的部分在台铁在做，但是就是说短期有些因应啊哈，像货车或是比较深夜的车的这些列车，现在有一些做一些考虑的调整，这样调配是非常重要的哈。是，你这个调配好了，应该就是没有问题。如果调配不好哈，那会造成人家罢工，然后我们春节，尤其春节大家返乡有没有？这个人数流量是非常大的哈，还有出国也是一样，交通还是铁路哈，这个对我们这个民生哦，民众的问题哦是非常严重的。部长，那个次长，你一定要特别认真哈，一定要加油，一定要安排好。对，不要一定要周密，你知不知道哈？了解。另外一个讲到我们桃园机场，我们机场税不是500块吗？对对。这个以前我记得300块嘛，那去年调了500块，对，预计明年后年还是要调嘛，分两年又要调。现在没有吗？没有没有没有。好，那这500块怎么用？观光局拿多少？58亿嘛。那我们50。啊，那还有什么机场拿多少？45。一半一半。45.5嘛，对不对？对对。那民航局拿12.4嘛，是不是？就明年预计是收116亿嘛，是不是？那你，这个机场税你们听说要涨，到底有没有要涨啊？没，现在目前没有哎，没有涨。使用费跟那个是不一样的。机场设施费跟它不一样吗？不一样。来。我跟委员报告一下，董事长讲一下吧。委员讲的是两件不同的费用，一个是叫机场服务费，也就俗称机场税了，是每个旅客进入机场都必须按照发展观光条例里面要收500块，现在是500块，那一半是用来发展观光，一半是用来机场的一个服务设施改善哈。那另外有一个叫做我们按照机场条例机场发展条例本身有一个叫做机场设施使用费的一个收取，我们有这个法定的一个要多少钱？那一部分的话，目前我们都有收，就是包括工桥使用跑道的降落费等等都有收，与那个输运旅客那个行。我们周遭的其他国际机场比较的话，目前大概是它的65%，我们是相对便宜的。像经过我们下一波的调整以后，也只能达到。那有没有转嫁到旅客身上？是跟航空公司收，航空公司收嘛、那航空公司跟谁收？它应该含在营运成本里面，含在机票里面啊，含在营运成本里面，是不是？但是我们相对其他，是不是？我们相对其他国际机场、其他国家的国际机场，我们相对便宜。我那天有上次咨询的时候，你也看过那个资料嘛？对不对？如果这样比的话，我们比日本的机场还贵呢。没有，我们比日本机场，我们大概成田羽田机场的一半，半价。半价是。如果你真正算起来，我们并不便宜哈。那你今天讲这两个税嘛，对不对？两个那个费用嘛，是不是哈？那一个最重要就是我刚刚讲的机场税500块，另外一个就是跟航空公司收的嘛，是不是？是。航空公司一定转嫁我们的消费者嘛，对不对？是民众，他的机票就越来越贵。那现在油又开始贵了哦，对不对？董事长，好了，那你今天我不要讲那个其他费用了，我讲500块这个东西啊。那我们其他的航空公司不是如果有退票机票啊，像虎航，我讲个例子啊，你要收那500块，你要退500块，你要缴1250块，他才让你退。那有人嫌麻烦，那500块就不拿了，那500块跑哪边去了？好，你说弄把它变成其他项目有没有收支进来，对不对？是不是？这都是民众的钱呢，你们一定要想个办法，有没有？还是扣一个手续费或者怎么样？局长对不对？民航局局长对不对？是不是？你要想个办法来让给他退，你给他一个使用费嘛。是，跟委员报告，我们大概这几天就会找他们来开会。对啊，这个一定要。上次在局的预算审查有决议，我有特别有讲哈，这个很多人反映了，你不能给人家你要给人家退500块，你给他收了1250块，
你才会给人家退。那有人觉得我拿1250块，到时候还要办这个手续，我干脆500块不要了，500块跑到别其他收入，你们把它编到其他收入里面去，这样是不对的。了解，你可以扣手续费没有关系，那要跟民众说清楚啊，哈，是这个钱不能给他乱拿。好，刚才讲那个机场税，里面也拿了12.4亿嘛，对不对？是不是？10%，10% 嘛，哈。我讲民航局还是很多事情要做哈。我们有16个机场。哎呀，16个机场，这个费用也是不多的哈。但是我觉得这个都是民众哈来付的这些钱，有没有？这些你们来给他分配了3个地方那个来收支嘛，哈。观光局是拿最多的，哦，观光局是拿最多50%嘛，你们每个先给他喊，先帮观光局啊来喊50%，好，对不对？哎，这。曾董事长，你也不少哎，是不是？你45.5亿哎，哎，那你机场你现在哦那么多缺失有没有？你也慢慢陆续的改进嘛，对不对？是不是？我们持续在改进。好，那第三跑道还有我们第三个我们的那个机场，对不对？还有联合也配合我们的那个航空城计划嘛，开始做。对，那个自筹资金了，自筹资金要多少？2000亿嘛。目前我们大概需要另外再筹2000亿，对不对？是不是2000亿？包括三跑道了，包括第三跑一起嘛，对不对？啊，你没有觉得现在世界各国，不要说到别的地方去看了 啊你看大陆的机场建的速度快不快？多不多？应该多嘛。那以前大概都他们来学我们，我们现在铁路也要学人家一下，公路也要造桥也要给人家学一下。我们桃捷啊，有没有搞了20年呢、欸？是啊。20年，你小孩都大了、啊，对，是不是很大了？那我们的金门大桥搞多久？哎、欸，你一下那个全世界最大的跨海大桥，那大陆都开始在做了、欸。对，宁波到上海，你有没有看到？嗯，这等一下怎么做？我们才一个金门大桥，一小小的一个桥，搞了半天，我们的程度比人家差吗？能力比人家不好吗？是不是？我们的规划不行吗？我们施工品质不好吗？这表示我们不够专业。而且我们交通部啊没有监督的责任没有尽好。我想这个机场哦，第三跑道还有第三个我们的机场哦，第三航下要做就要做现代化，要做就要做好一点，要为了100年50年，就像我们开辟道路一样，交通部开辟任何一个道路，是你每一个道路都是一样。做了那个，我讲一个国道2号啦，当初84年的时候开始做。我说那个太小了，路面太小，你只有4个车道，哦，各2个车道，那你绝对不够，你后面不是又增加了，又征收，又要加桥梁，又要载重，又要加，有没有？又要花更多的钱，一样啊。你任何一个道路，你一定要先把它做好做大。我们桃园第一个是从化区第一个做50米的道路，第一个赞成是谁？是我，大家都反对，那50米。我说做70米、80米都没关系，最好是60米。为什么呢？你中央有没有分隔岛？你中央把它弄大一点没关系，以后量大的时候慢慢给它缩小，往内缩。我们现在台湾都是往外，你看那个大陆他们是往内的，他之前留的土地是在中间，先种花有没有？美化、绿美化，到最后有没有？如果车流量大，对不对？他就把它往里面缩。就像我刚刚讲的，你一定要远观。好，你今天第三跑道真，哎，大人啊，你既然到大人，你把它做成像那个大人的样子哈、哦，那个董事长要把它做大做好，好、哦，让人家觉得说我们来台湾，哎，真的，这个人家国门一进来哈，哎，这个机场是非常漂亮的，非常现代化的，是，还有我们的任何一个设施啊都要做好，好不好哈？好，多加油，好不好？好，2000亿哎，哈，好，谢谢，好，谢谢赵正义委员。请李坤哲招委发言。谢谢主席，主席请一下次长。好，请还有黄次长。机场公司的曾董事长。曾董事长。还有民航局林局长。好，林局长，有请。啊，李委员好。次长您好。是。春节让我们的社会大众能够平安顺利的返乡过年，是我们交通部重要而且是基本的责任，但是在目前看来，我们看到国道客运有可能涨价，离岛因为复兴航空停飞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能够接得上这样一个疏运，也其实也是还有问题。另外，像台铁也因为人力的问题，
劳工需要适当充分的休息，人力不足的问题，再再都会影响到春节相关疏运的状况。那请问一下次长，我们对于整体春节疏运有没有做好规划的？跟李远报告，就是在航空的部分哈，事实上，我们已经那个整个春节的疏运都已经出去了哈，因为前一阵子复兴航空的事，但是他们未雨绸缪，这个部分都已经准备哈。然后另外就是刚才谈到台铁跟国道客运，的确，在这个劳基法修正以后有一些影响了。那目前我们还是朝春节这个按照我们的计划的这个班次来走，目前大概朝这样。什么计划？现在不是班次的问题，现在国道客运是涨价的问题。国道客运它有两种票价，一种是促销票价，对，一种是优惠票价。那优惠票价在今年的端午跟中秋，因为我们的争取，所以有相当大幅度的一个优惠票价，那也提升了这种国道客运的搭乘率，这个民众也都有肯定。那现在国道客运业者呛虾说，有可能要取消相关的行销票、促销票价，或者是优惠票价要取消。那端午、中秋都相继的实施这种优惠票价，民众也肯定。那春节会不会取消这种优惠票价？你们有没有掌握？有掌握。今天早上我事实上跟几个今天早上才掌握，不掌握这个消息，看报纸。对对对，没错，我是看那个报纸，就是包括这个这叫什么掌握呢？欢迎。哎，这个我跟那个电影报告，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跟客运台铁一直在讨论了。那当然就是说在，前几天，我现在请教你，国道客运的优惠票价会不会取消？这个你们会有跟业者在之前有沟通吗？应该是没有。那现在有这样的状况发生了，既然没有未雨绸缪，你现在就要补破网了。你们有我跟李员报告好，就是说目前我们公路总局所核定的票价都比较高，它事实上在我们核定的这个天花板的下面的在定了哈，所以它事实上它有一点调整的空间。那这一点我跟李员报告，就是说如果啦，这个空间是很大哦，对，它有空间大概158元到对将近300元这样的一个，你要让民众在春节的时候要多付158甚至300元的票价吗？这个优惠票价跟促销票价的空间嘛？我跟你们报告，就是说，如果是不行的，我们落实劳工休息呀，哈，这件事情让它增加很多人，那我是觉得说有多了休息，当然就是所谓开车会比较安全嘛，哈。那这种状况，开车会比较安全，就是他们如果搭国道客运比较充分，对，大众运输的提升应该比较好吧？为什么是开车比较安全？就是这也是一部分啦，就是你付水准里面有一部分是安全，就是它有充分的11个小时的转班的休息嘛，哈。对，如果是休息当然是必要，这是劳工的基本权利。如果因为这样，劳工的基本权利，我们现在交通部重要的责任就是说，不管是国道客运或者是台铁，我们要让劳工有充分适当的休息时间。对，那现在也面临到票价跟疏运的问题，了解，这就是交通部现在要处理的问题、啊。我们会处理的。我说，如果比较长远看，如果他因为这样，他增聘更多的驾驶，比如说哈，这时候如果他周一调整，我们是觉得他是让整个的这个经营环境跟对旅客的这一些服务是提升的嘛哈。那市长，但是市长是你现在这样的回答，我不满意，民众不满意。那我希望你们交通部要具体的赶快针对春节的疏运，春节疏运一般都是在春节前两个礼拜会公布所有相关的办法跟方式，那你们现在要做提早因应，我现在我们会是提醒你，也是警告交通部，国道客运票价的问题，还有台铁员工休息或者是甚至会有罢工影响到春节疏运，这个我们都会注意，对，这个都要去做立即的小组去做方案的处理。好，这个没问题。这个要提早啊。好哦，还有复兴航空停飞之后有关离岛的疏运，哦，这个局长要多用点心了。是，我现在都是很善意的提醒你，其实也是警告你们，如果这有相关的疏失，我一定会追究严惩相关的人员啊。另外有关于机场捷运票价的问题，那机场票价问题，第一个票价高，民众啊大喊吃不消，另外也没有转乘相关的优惠措施，那现在这种票价问题又变成政治问题，新北市、桃园市
啊交相的这种指责也好，不满也好，那这个部分交通部有没有任何协调的机制？因为在他的董事会结构里面，新北市有四席董事，台北市有一席董事，桃园市有十席的董事，但是中央交通部一席也没有，是不是？简单说明一下。是目前我们没有董事，没错。我跟那北捷跟高捷有没有？你担任过高雄市的交通局局长吗？他们都有中央的相关的董事在里面，所以有一些相关的问题的时候，中央可以扮演协调的角色。是是，对，我想这个票价哈，这边刚好有个机会谈了，就是机场捷运它是一个，比较是区域跟通勤两个性质嘛。那我个人是觉得，在桃园市政府目前定的票价，它是对于，比如说每个月的使用者、双业使用者跟季使用都有打折。这是细节的问题。那现在桃园市政府郑文灿市长授权桃园机场捷运公司，对，他们要去调整这个票价，是以他们这种生活圈区域的计价方式，是要来做这种啊调整票价的一个基础。那这也关系到生活圈未来各县市政府的补助。那中央没有董事的话，我现在要请教你，在没有董事的状况之下，你如何去协调这三个县市相关的票价的这样的一个定的问题，以及有相关争议的时候要如何处理？这个部分就是说，像现在机场的建设，我们是把比如说新北、桃园、新北甚至台北市都在我们那个推动委员会里面嘛，哈。那我是觉得从交通部观点，目前没有董事，但是从一个中央主管单位的立场，他们还是如果有这个有一些这个争议的问题，我们还是可以出面来召开会议，这个没问题。这样，你出面召开会，你只是扮演一个中央官方的协调单位而已。对。但是你们在董事里面，你们没有任何席次。我现在就是要请教你，要如何去处理相关协调的问题。我是前委员那个会长讲那个，因为为什么没有董事这件事？哦，因为我们是整个就是把建好以后，就是送给那个地方政府，就是中央出资的嘛。中央出资之后，在里面三个县市各有董事。我现在是说，票价以及未来营运有任何争议方式的时候，中央要如何去协调，要如何去处理？我们现在立即就碰到问题了。你们在票价的方面，你看到新北市跟这个桃园市已经从票价问题、交通问题变成政治问题了。好，这个我们来了解一下，看它怎么样。如果说要实质参与，有没有空间啊？目前我听起来是说，我们补助印尼建设以后，可能在他们整个资本的，比如说桃园，机场捷运公司的资本而没有交通部的资本，所以我们就可能是因为这样没有派董事。我初步大概是这样解读，我再了解一下。好，那我请教一下机场公司，有关于智慧航厦现在有检讨是否要取消，那会不会影响到未来机场评比的问题？简单说明一下。智慧航厦它本身是在一个目前我们看起来是不是很恰当的一个区位了，那但是我们整个在 T3 以及后续的 T1 T2 的智慧系统的引进，我们会不遗余力朝这个方向来努力。尤其 T3 它是全新的，里面包括自动的一个行李托运的系统，以及我们的一些相关旅客服务的系统，大家都朝向智慧化来处理。那个董事长，我请教你啊，我们现在北侧机坪的新建工程也列入检讨，是否啊要停止？是不是有这件事情？它会不会影响第三航厦相关的工程？它跟第三航厦是在完全不一样的位置，它在我们的那个东北角那个地方它，我们停建是因为它使用时间很短，因为当那个地方用完以后，我们马上开始做第三跑道，那个就要废除了，所以它使用时间太短，不合效益，所以我们才把它停下来。那现在第二航厦扩建的工程进度大概是落后两成，那你们大概什么时候要完工？我们是应该在107年的年底全部报完工，但是我们在106年，就是明年下半年开始，有一部分的面积已经打出来用，我们分阶段来使用。那个曾董事长，我在这边也要提醒你，你接这个职位，就是要赶快落实这些工程的进度跟品质，管理好机场公司，不要再让机场公司成为全国民众茶余饭后取笑的新闻资料来源。这个我要严正的在这边提醒。谢谢委员指教，我会朝这方来努力。好，谢谢李坤哲招委，请陈欧博委员发言。
谢谢主席，请邀请交通部王次长。好，请王次长。陶基曾董事长。曾董事长。肖总经理，营运处段副总。工程肖总经理。副总经理陈福将。好，陈副将。以及总工程师张总工程师。张总工程师。陈委员好。啊，次长哈，这个新政府上来之后呢，我觉得陶基跟台湾港务公司的董事长真的像董事长，总经理 也开始像总经理，不像以前那么混乱哦。董事长啊，不像董事长，总经理啊，像董事长哦。所以，那我首先我给予肯定哈，整个有按照我们委员会的建议也做了一些调整，角色上的扮演哈。那今天看到曾董事长哈，看到几位这个副总经理以上的这个五位哈，我突然看到哈，这个好像哈，我们陶基哈，这个董事长是政治退休，总经理是民航局退休，那营运副总经理呢也是民航局退休，工程副总经理陈如将是国工局退休，那张总工程师是荣工处退休，然后再看看处长哈，几乎都是退休人员到我们陶基的哈。那我知道这个专业性的团队，我肯定了，但是我真的想问一下哈，说处长级以上的这些啊人员，大概平均年龄大几岁？董事长知道吗？有没有人知道？来一下，大概50，大概在55、56左右，还有哦。那如果这样的年纪算不算？不算说。年纪大了，可能大家都提早退休，然后转任高薪了，到我们陶基了哈。那我不反对这样子，但是我要求，既然是退休来的话，不能有退休之后来这边享福的心态，要来这边做事情，要来这边拼绩效，因为我们这个是跟委员看法是一样的。好，那我再请教哈，这几个问题哈，因为我们桃园机场现在进行这个。一连串的航下跟跑道的整修，那现在二航下啊，未来还有第三跑道、第三航下，或者是啊卫星廊厅的这些重要的工程在进行，这些都需要我们自行筹措经费来进行，总共大概有1735亿。那为了筹措这样建设的经费，我听说了陶基要研拟一个调整航空收费的基准，有没有这回事？应该是设施使用费。设施使用费 有要调整吗？我们已经报，因为你那个航机会啊，包括这个降落费的停留费的哈，停留费就包括这个延后机室的设备服务费、地勤场地设备使用费、空桥使用费，还有行李设施使用费等等啊。是、哦、这个各国哈、啊，各国都有收，都有收。到、目前来讲，我们有没有确定要收？我们已经报交通部，他奉程序完成，奉核定以后，我们就会来实施。哦，还没核定嘛？现在就有时候我们是调整费率了，调整费率。大概平均涨20%嘛？我们比其他机场、其他国家的国际机场还是便宜，在东亚地区我们是最便宜的。这个便宜不是问题的，品质才是问题的。是我们在持续努力。价格了，我刚讲价格不是问题的，品质才是问题的。所以你现在外界质疑我们陶基的工程品质。未尽完善，也未见提升，状况连连，调降是不是合理了、啊？我们可以讨论了。那会不会转嫁给消费者？比如说，你现在跟航空公司、跟民航业者收这个航机费，那将来航空公司会不会转嫁给这个旅客、乘机的这个这个搭乘飞机的这些旅客，会不会？我想这是航空公司本身营运的考量了，因为我们对国航跟外国航空公司是一样的一个标准的。我想是会的，哦，那这知识都提大了，哦，你不可能说你跟他调高这个航机会，那他自己吸收，不大可能这样子的哈。所以我这里要跟你建议了，就是说，就是说一定要这个做透明化的处理的，哦，因为国际航空协会呢。IATA 跟台北市航空商业同业工会呢，都质疑陶基没有做依照 ICAO 国际民航组织的一个透明化的做处理，而且呢，当时呢，陶基公司给这些业者的承诺是4年，结果你们开董事会呢，
又改变成两年，这样是没有诚信的哦。各位报告，我们在两年的协商过程跟研究过程当中，完全对于我们的航联会，就是在机场里面的航空公司的组织是完全透明，他全程都有参与。那最后确实是在最后的决议过程当中，有一个就是说是不是要有缓冲期，缓冲期时间我们是有做一些斟酌。那这也是参考其他航空公司、其他航空机场、其他国家机场的做法。那目前我们也有立法院有其他委员来出来做协调，我们也做了一些程度的调整。好，那个我提醒次长跟董事长哈，机场是国家的门面呐，相关的建设我们应该积极进行，那建设需要经费，但是这个筹措经费的手段要符合公平正义，就是说我要收你比较多的钱，我的刚刚讲的这航机会，是不是可能够提高比较好的品质，或者效率那个程序流程上能够节省时间，这个都是我们要考量的。如果你只是为了建设，然后，筹措一笔经费，然后转嫁给消费者，那是不合理的啦，不合理的哈。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呢，要核准之前要对外界示意，外界示意哈。好，市长。我想，就是在整个机场公司对于像一些行李设施使用费或停留费的提升这一部分，我们也期待说他跟相关的航空公司稍微做一些讨论呐。那刚才这个委员所提的，就是说提高以后的服务品质有没有出来，这件事也是我们评估的部分。我们会就委员所提的这一部分，陈委员所提的这一部分来做一个这个比较深入的一些考量，这样。好，那个我想说，这个要核准之前一定要充分的说明哈。第二点，我想跟你讨论一下，说现行机场的航下间的交通接驳是免费的哈。那机捷通车之后呢，我们现在规划是要收费的。哦，那我用这个图来跟你说明一下哈。那这个是机场里面哈各航下之间的一个交通，目前的 SkyTrain 和 Shuttle Bus 是供旅客往返，搭乘是免费的。将来目前这啊机捷通车之后要收费，大概收30块。哦，这个是你目前你们已经公告票价的一个提醒表哈。那我建议了哈，这个这样的收费哈，恐怕呢哈没有办法这个提高整个营运的效能啊，因为在机场里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接驳系统，如果说我们不收的话哈，可能还有一些好处了，比如说整个系统的效能会提高，还有它的机场的营运搞不好也提高。你为了收30块哈，第一个哈就是说。在这样的思考上面呢，可能会阻碍到我们未来的这个效能哈，所以我希望说这个在这个 BMS 系统完成之前是不应该收费的，好，这第一点哈。第二点，完成之后呢，也要考虑不收费了，好不好？那个这个给你们参考，好，我们参考，这是我的具体建议了哈，因为目前来讲的这个状况哈，我们总经理要不要说明？好，总经理说明。喂，你好，有关于机场捷运在机场内部的从 T1 T2 到我们现在讲 T3 的过去的那个华航延期，就有三个站，那三个站的中间这些的来往的，我们是不收费，完全由机场公司来付费。哦，可是你们的价格提示表是这样呈现的、那个我们会跟桃姐公司，我们有一个契约。OK， 那这个部分你有考虑到了哈，那 OK， 那我接受你们的说明哈。最后一点哈，我想这个第三航架哈建设的计划要加速了，啊，这个大全民期待哈，以提升整个机场的竞争力哈。那这个目前来讲哈，我们原来定的第三航架新建呢，这个。WC 的一个滑行道的迁建及双线化工程，在去年是11月开工，原定是107年6月完工，现在到今年的进度只有10%啊，哈，10%，那会不会又延期完工啊？这个部分能不能跟大家说明一下？在前面半年时间确实也受到一些管线跟配合 T3， 因为 T3 是比较后设计，它也配合 T3 有一些调整，所以它耽误一点时间，目前已经全速在加速了。最近这半个月进度算是已经恢复正常，我们预计在明年3月可以追赶上原来落后大概有3%的进度。目前这近几年的我们机场的工程我都把它列表出来，我希望你们列表出来，然后订那个绩效指标。
我们有空，我们内部有空，我们搞一个世界级的笑话。哦，我们的机场捷运，我不希望这我们又搞了第二个世界级的笑话，第三寒虾。现在已经目前你大概已经知道要实验四年了。哦，这个部分我想现在你们新的团队哈，都是有专长的哈，我们是肯定的哈，年纪也不是很大，都平均刚刚讲的五十几岁嘛哈。处长级55岁。啊，那我们希望说这个团队是最优质的团队，给新政府一点那个亮点，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陈厚博委员。请郑天才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委员，有请曾董事长。请曾董事长。郑委员你好。董事长好。好，我们看那个，我们陶机公司哈，禁用原住民族的情形哈。这个1%多了，啊，1%多。这个人数哈，这个整个陶机公司总人数是533嘛，然后这个原住民族的人数只有6个，啊，1.13%哈，1.13%。这个蔡总统啊，他的原住民族政策的特别提到。要保障上万个新的工作机会给我们原住民族，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我们中央各部会，尤其是事业机构啊，都应该要去加强，因为民间企业的部分呢，那就必须透过其他的政策或者是相关的法律的一个要求，啊，才有办法去要求这个民间公司嘛。所以对于我们这个事业机构，啊，或者是我们啊交通部有很多的机关，啊，这个在过去我都跟部长都有提到啊，像观光局啊相关的这些公路总局或其他的啊相关的机关，都应该啊共同的来去达成这样的一个目标哈。所以这个以陶机公司这样的一个人数啊是太少了哈，比例太低哈。你看到我们免税店啊，陶机的免税店聘用原住民的人数比例都比陶机公司还来得高啊，它是民间的啊免税店，当然是你们委托出去的哈。这个是免税店啊，桃园机场。免税店聘用原住民的一个人数啊，第一行站免税烟酒啊，在职人数93个，原住民人数3个，达到3%了哈。第一行站的综合免税店达到1.22%，第二行站西区的综合免税店达到2.49%，都比哈这个陶机来高。第二行站第一区综合免税店。也有到1.8%，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民间都可以哈去出的，因为桃园呢，桃园是我们台湾各直辖市县市人口第三多的，人口最多的是在花莲，其次就是台东，第三这是有户籍的，有户籍的第三是在桃园。如果加上没有户籍的在那边工作的，那是更多了，哦，那是更多。所以这个部分呢，这个陶机是不是有很大的努力空间？对，我想委员这个提醒确实是我们要持续继续来努力的一个做法了，就是在我们陶机本身新进人员的一个
聘用雇用的过程当中，应该特别考虑原住民比例的问题。那如果有适当的人，我们当然优先考虑原住民的一个聘用。那至于说我们陶机公司有500多个员工了哈，那我们机场有将近30000个共同的工作伙伴，就包括免税店，包括里面的机场保全，包括里面各个货运跟航空公司等等。这一部分的话，我们除了去做所谓的跟他们协调之外，由我们这边透过合约去像免税店，它其实跟我们有合约关系，我们在将来的合约里面会做强制性要求，让它维持一定的比例的一个员工，我们会朝这方面努力。那你说出了重点了，是除了你自己本身之外啊，这些民间的单位啊，可以透过合约，是最早谁先做过是吧？谢长廷担任高雄市市长的时候，他就所有他的那个企业委外的发包的时候，他的企业就是他的那个招标的要求啊，就规定要5%。对，我们后续的合约会来强化，是啊，所以这个部分是可以做的哈。是。好，我们看这个，我们基本上按照你的报告，你要希望达成的就是飞行安全至上，好，然后旅客服务，好优先嘛哈。这个旅客的服务啊，这个不晓得董事长或者是哪一个同仁可以说明，有没有相关的评比啊？比如说舒适度啊，还是什么这些哈？有没有？我先把最纲要的部分跟委员做报告了。我们在最近3年里面，不管在 ACI 的所谓服务品质的一个评比，或者英国的 Skytrack 一个专业机构的服务品质评比，我们在2000万到4000万这一个级别里面，就我们机场本身的服务量体的级别里面，我们大概都是进入前3名，所以应该算是在机场公司对于旅客服务的部门来讲的话，应该有相当好的一个绩效。那有没有什么细节？如果委员想了解，我们可以进一步来说明。我都了解了哈。这个舒适度在亚洲是第4名的，是我们有很多特色了，很多特色。好睡哈，消磨时间呢，这个都在第5、6名，就世界上第5、6名。这个有没有更细的资料？报告委员，我们大概最好最目前的一个最公正的评比，大概就是国际机场协会 ACI 的 ASQ。就是机场的服务品质，还有一个叫 Skytrax 这两个服务。那有关在我们的机场服务所提供的环境，还有候机室的整个舒适环境等等，最新的评比，我们整体来讲，这一季啊，我们是第1名啊，就整体。但是细的项目的话，那个资料因为比较多，还需要去。你们有报道吗？这个好的要报道、啊。是，不然的话，大家对陶机的公司是陶机公司的那个印象就是漏水啊什么哈。都停留在那边了，因为他每季都有成绩了、哦，但是我们每季都讲的话有点过于频繁。那我们是每年都会做一次，至少我都没有听过哈，交通委员会都没有听过哈。你的报告做什么要写出来啊？让大家知道哈。是，好，我们看这个原住民特色的部分了。原住民特色的部分有哪些地方？在你们的航站里面，有谁比较知道？业务出来跟委员报告，目前原住民特色在我们的 D9 跟我们的 C 区各有一区是原住民主题候机室。对，那 AB 区的话，其实都有原住民商店。AB 区，我们就不太知道你那个分区了。是，我知道有 第二行下 D9 嘛。是，第二行下 D9，这个是在第二行下的 D9。是，那另外有在 A6 那边是。是不是有？对，有一个原住民主题候机室。好，你说几期几期，我们是不知道。我们搭飞机都是按照那个航那个 D A B C D 嘛，哈。对。好，我们看这个 D9 哈 ，D9 后面就 D10 了 ，D10 是最后面的啊。而且这个位置已经是在 D9 要往 D10 的之间，所以严格讲起来不算 D9， 因为旅客要到 D9 的时候还看不到这个。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了、啊。原住民在台湾都已经很偏远了哈，在航下还是很偏远了，所以这个部分不要那么巧合嘛，所以事实上，如果我们去很多国家哈、啊，一看到了就是，譬如说我们纽西兰那个飞机场一出来就是，一登一出来就是，好说一进来就是，这个部分这个当然我不强求，但是怎么样能够，最起码也要那个，怎么样让休息消磨时间的这些
啊，等候机的啊，这些旅客啊，也能够有机会啊，了解一下台湾的原住民族的文化啊，而且要更新了 啊，这个是已经比较旧了哈。好，现在还是现在已经几组了，知道吗？十六组，他还是董事长知道。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他是会两个星期以后会把最新的资料重新更新过。那至于说原住民的这个相关表达的文化表达的这些方式哈，我们会在后续的委外合约，因为这都属于免税商店他们去配合合约去建制的，我们可以做进一步强化。对，你们建制的时候哈，要能够。如果说像这个几族有时候会增加，是啊，增加的话就要能够要与时俱进了。不是不是，我说你有时候你制作的方式是很难更新的，你制作的方式是一更新的话就要全部重新来，那就太浪费了。就说你制作的方式要能够小更新就能够达成啊，比如说这个本来是十四族，现在增加一组变十五组，增加一组变十六组，然后你的更新就不必重新全部换了，是这个意思了，就是能够了解哦，你的方式要那个是了解哦，当然这个十四组已经好多年了哈，所以这个整个我们的旅客的舒适或是说服务的优先哈、哦，必须达成，他有的转机要很长时间的啊，他、哦、能够消磨时间啊、哦，能够也了解。啊，不管是原住民族的文化、客家的文化，啊，所有我们台湾原住各个族群的文化啊的一个展现都能够呈现出来，啊，好不好？是，我们会强化。好，谢谢。好，谢谢郑委员了。我想陶吉友再提醒一下哈，现在我们的原住民族跟我们新住民呢大概50万了，所以这两个那个。原住民族跟新住民呢、啊，这个特色一定要放在我们的那个机场候机室里面，而且放在比较醒目的地方。下次更新的时候，我们去看一下。好，我觉得郑委员的讲的话非常有道理。好，请叶玉金委员发言。先请次长。好，请王次长。好，叶委员早。早，次长，一例一休通过了哈，所以要先问这个一例一休通过以后，对交通事业其实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要先请教你哦，一例一休过了，第一个最马上出来说的是台铁工会。他们说12月14号要预演式的罢工，12月14号哦，就在下个礼拜哦。那请问交通部这边有没有配套啊？目前啊，跟业委报告，目前我们的局长陆局长啊，也都在跟他们做一些协调了。那我想说，从我们的观点来讲，就是说，一例一休让。大家，我们的员工有更充分的休息时间，这是我们支持的。但是现在因为人力的禁用还配不大上哈，所以短期我们的想法是，可能还是要调节一些非尖峰或是夜间的人力的那个配置要赶快了哈，因为这个就赶快进那个。其实这个一例一休已经讨论了半年了，你们应该早就应该要做因应了哈。他这个是警告式的这个罢工，如果真的不赶快弄的话，春节疏运旅客恐怕会有问题啊。是台铁工，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那这个过了以后呢？其实我们真的担心哈，因为放假周休二日比较落实了，放假的机会大了。那可是问题是放假大家就要跑出来玩一玩啊，或者做各种的活动，那所以呢人跑出来运输方面的压力变大了。但是呢运输业到底算不算服务业呢？服务业有弹性工时，因为服务业就是在周那个假期的时候会人多，所以会有这种弹性的考量。可是就我知道交通部虽然非常支持
服务业包括在运输里面哈，或者是各项的弹性处理，但是劳动部一直很有意见，这个你们要努力去沟通一下，好不好？是我目前大概这样沟通，就是说，碰到这种国定的连续假日，稍微可以做一些弹性的调整了。目前这样，因为它是比如因为春节的输运，它需要大量。不止春节，再来的有很明年有七个连续假。对，好，在以后不要说有连续假，我看连那个周休二日连着两天那种活动的那个频率会增强哦，哈，要早点应。好，除了这个人力以外呢，还有一个问题，也因为你刚刚说的，就像你说的，市长说的，我们因为人力的配置，所以必须要增加人员。这个看起来是好事啊，增加提高就业率嘛。可是也因为这样，客运运量要涨价，因为他们说他们的人力成本增加。市长，对这个部分，我们初步的看法就是说，如果这种，这种是一个全世界的趋势啊，哈，就说恢复到更多劳工的休息，那客运业可能因此要增聘一些人。那目前我们在这个费力都在高，我们一个西林哈是这个高线，他们事实上都没有用到嘛，哈。那当然，我们是希望说他内部管理。然后在这个排班上面有些精进的作为，成本的这个比较减少，或是收入增加。如果这边没办法的话，或许说他们着意在这种我们所定的，我们定都一般会用他十八项成本去定一个高线嘛。那他目前是还没有用到，但我们希望说，因为经过这样，好，市长，然后有些讨论，这个我要站在消费者立场跟你说，如果是合理的，因为人力的增加，其实也让这些司机朋友不要过劳，对，那没有过劳就让乘客的安全更有保障，这个我可以同意，是但是调整票价是真的反映事实上的人力成本，还是趁这个机会借机调涨？这个交通部要管控好哦，这个要合理哦，不可以让他们随便找一个理由就随便乱涨价，好不好？好，谢谢。再来请董事长，曾董事长哈，来。好，请曾董事长。业务员好，董事长。我要直白的跟你说哈，其实很多委员私底下都跟我讲，您担任陶机的董事长，没有办法让整个陶机或者整个新的民进党的执政团队有新的作为。坦白说，这是很多人跟我反映的，我要直白的这样跟你说哈。是，请问。所以我现在第一个问题，我没有这样说哈，因为我认为你还有待观察。其实对你之前的表现，我也要很直接的讲，在你之前国民党时代的表现，我认为你不会有什么作为。我是同意其他人的看法，但是我希望大环境不同以后，你可以发挥出来，不像以前，好不好？来，我们就要来说了以前。陶机保全公司以前民进党因为少数怎么样说你们都不听，就蛮干硬干。陶机保全公司在没有人支持，甚至本委员会不分党派都觉得不可行，你们还是，我说之前了哈，2015年10月16日就自行挂牌，还是挂牌成立。后来因为法源有问题，招考人员我们阻止下来，委员会特别是我强烈的主张不可以，结果你们没有人员挂牌以后，就一个董事长一个月领15万的薪水，一个月15万领干薪，领到现在终于9月份，你们董事会通过要解散桃园机场的保全公司了，现在程序还没有走完哈。董事长，请问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要真正解散？我们董事会通过以后，报部转院核定以后，我们就会解散了。市长，他推给你，什么时候解散？我们现在刚有报，我们现在政策就是。
就是解散，就是那个这个公司不存在了哈，就让那个，所以大概往这边走。那快点，不要浪费我的时间。现在已经送到部里面了，我们很快就会赶快。对他推给你啊，我说他推给你啊。没有，就是他们部长推给部啊。对，我们就马上处理，马上处理这件事。马上是什么时候？给我一个 deadline。现在呢？一个礼拜内送到行政院。好，一个礼拜内送到行政院这样。那么，主席，我们是对的，交通委员会是对，再一次印证交通委员会是对的，所以这个预算他们今年还编。所以我一直讲说哈，今年的预算其实都是前朝编的啦，就是这样啦哈，还编这个是不可以的，我们要全数删除。次长，董事长，一个错误的决策，浪费了多少纳税人的钱？这个决策，立法院说不行，反对，工程会也说不行，违反采购法，但是你们还是硬干蛮干。其实这件事情再一次的印证，你们不可以这样恶搞了哈！请两位注意，特别是次长哈，政府无论是政府还是国营事业的组织，都应该要精简化、民脂民膏，不要叠床架屋去成立 一大堆奇怪的子公司啦，什么财团法人啦、基金会啦，好不好？好。谢谢，接下来哈，次长你可以先回去休息。董事长，机场改制为公司以后哈，我们现在你知道吗？我常常我的小孩，我跟你们说过，他们都知道，因为我在交通委员会已经十几年了，十五年了，所以任何连塞车，我的小孩都跟我讲：“妈妈，妈妈，你看看你，你看看你，我都帮你们。”挨骂哈，然后呢，我们的机场一大堆问题，不要说什么漏水漏粪了哈，大家真的觉得我们的机场要有待加强努力。可是最近呢，还是乱成一团。为什么？我们有第一航厦、第二航厦整建，然后再来呢，南北跑道整建，再来又要什么第四航厦，又要什么第三跑道，现在。工程不断，造成啊旅客非常的不方便，觉得桃园机场永远乱糟糟。好，现在新政府有作为了，我们现在调整了步骤，把没有用的去工程去掉或暂缓，这个是好事。可是里面有一件事呢，我要在这里请次长你也听一听好。就是其实我们这个工程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管线。我们刚刚说到的漏水漏粪啊，其实就是因为挖到管线。那这个很荒谬哎，就是我们一个桃园机场要做任何工程的时候，不知道在下面有什么东西，不知道随时会挖到粪还是挖到水。这个很糟糕，你知道吗？人家日本跟德国不断的有什么，有日本时代或者德国的二次大战时代做的工程，管线图还一清二楚，非常的明了。这个实在除了民族性以外，我们认为哈态度了哈，所以现在我们的工程都非常的缓慢。我了解，那因为每个工程在做都好像用摸索的，生怕会挖到什么。可是这个总要有一个开始。请问董事长，这实在很难想象，说你一个工程在做的时候，不知道下面有什么管线，所以要用摸索在进行的。请问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建立桃园机场的管线图出来？鲍委员，这件事情我跟委员的看法完全一致。目前我们已经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会规划一个完整的公共
共同管道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把整个机场里面主要道路下面会设置共同管道，以后就不需要再开挖了，新的管线都放在共同管道里面。至于旧的部分，我们在正在做新的盘点，那我们大概会花一年半时间把整个盘点，包括一年半，包括建筑物类及场面，就是外面的通通要盘点。好，我们希望你这个盘点以后建立。会放在 GIS 上面，会放在 GIS 管线图，要把它建立起来。好，好，谢谢。好，谢谢叶宜津委员，请林俊宪委员发言。谢谢主席。本席邀请王国才次长，请王次长，谢谢。还有我们曾大人董事长，曾董事长有请。林委好，次长好，是次长是。那在我们的桃园国际机场啊，接下来几年都有重大的建设、啊、要在进行。是。那其中像第三跑道，第三跑道。2025年可以完成吧？对，现在目前目标是2025，没有问题吧？对，就是。好、哦，我特别提起是因为这是小英总统的支票啊，总统也开口指示啊，第三跑道要提早5年完成，是，我们2025年就要完成。是，那其中啊，机场公司接下来的重大建设有超过1700多亿，是。那因为机场公司现在是公司化了嘛，嗯，对，那资金就要怎么来？自筹，他自筹，他都自筹。那你怎么自筹？他们有一些收入，刚刚谈到一些收入。你一年赚多少钱？机场公司一年赚多少钱？我们100亿元的十几亿啊，不，194亿收月收入，然后我们会支出大概赚呐，赚多少钱呐、啊？赚大概50几亿，赚50几亿啊？那你要连续赚30年都不够哎。我们会持续来增加我们的营收，另外就是有一部分要靠先用贷款的方式来做，然后以后来偿还。所以照理讲，你接下来这个财务规划是应该要公布出来吧？在我们的纲要计划里面、要让大家了解，那你未来怎么去筹这笔钱？是。那同时啊，钱跟人是最重要的。我们比较关心的是，既然已经公司化了，那就要引进不同的人。让他有活力了，才达到我们要让陶机公司化的当初的一个设想了。那如果陶机公司的主管啊，都还是近亲繁殖，都还是公务体系在这边彼此间的流动，那哪像一个公司化？不是说公务人员都不好，转任都不好了。但你全部都公务人员的话，大多数都是公务人员转任啊，铁定不好，保证不好了、啊。事实上，我跟林委报告，事实上，大家看起来好像是，好像是过去很多人退休。事实上，我们有非常在专业上的一些补强，比如说在过去工程方面比较弱，所以事实上刚才谈到，像我们从国工局几个都是这样方面，包括我们曾董事长也是在这方面的专业。的确，现在进入一个机场建设的一个高峰期，所以在这个阶段是有几个都是以工程背景当我们的很重要的。那以前因为机场公司出了太工程都出问题啊，对，所以还有做一半投资一半取消的终止的，是造成过去投入资源的浪费。对，过去很多刚工程的这些市长，人行建物哦，要有新的做法啦。行，你人是很重要的事情呐、啊。是，如果民进党政府跟过去国民党做法一样，都还是让同样的让一些高官呐、啊、转任到机场公司来。听说是钱多事少啊。我跟委员报告，大家很喜欢到这个地方来，我们享清福啊。有很多年轻的新进的同仁是学有专长，而且是从基层开始培养。那现在我们到处长这一级，有一半是新聘，就是不是原来公务员任用的。但是在最高阶的部分，确实因为程序以前有一些计划的执行跟公务机关的一些经验，所以目前高阶的部分是比较偏重于从公务员转任。但是新从基层上来也不少，嗯，是。另外，当然我们也看到机场公司啊，就是我们的国际机场啊，国之大门啊。那现在的旅客人数啦、啊，我看几乎快要到极限了、啊。如果按照我们的报告里面，
明年估算啊，4000多万，那4000多万破了4000万啊，对，那几乎这两条跑道啊，快要使用到极限了没？延长，因为第三跑道还要到2025年呢。对，目前我们跑道大概估计的起价降速价次的话，应该是还有大概20%的成长空间。哎，现在依民安局的规定啊，大概一个小时最多的起降价次啊，大概50架嘛。目前用的35架，目前是用的用到35架哈，所以你看，平均他妈不到2分钟啊，就一架飞机要起降了、啊。其实这个机场的使用那个强张度啊，强力啊，这个几乎我看啊，这个第三跑道啊，不容缓啊，也就是说不可以再有任何的差错了。对，所以我们本来是定2030嘛哈、所以我们上来以后就觉得这个很赶又赶快。的确刚才所提的，就是说航下部分现在它本来容量在3200万，现在已经超过了嘛，那跑道还有一点余裕了，所以我们现在想法就是航下部分2020年赶快做完。那跑道的确它有牵涉到整个航空城计划里面。包括气段征收，你的航下是第二航下的扩充嘛？扩充跟第三航下的增建两个部分。但你还是不够用啊！我看你的扩充计划以后大概只能服务3700万旅客嘛。如果你明年就破4000万啦、啊。是我们二航下可以额外增加500万人次每年，但是我们三航下完成之后可以提高4500万的这个人次服务里程。那你三航下什么时候完成？目前我们是在2020年完工，但是要经过半年左右的一个试营运，是在2021年。所以也就是未来这4-5年啊，大概是桃园机场啊最忙碌、最拥挤啊。最混乱的一段时间了，没错，现在几乎工程也在进行，对，那使用也几乎达到极限，是，那新的还没有完成之前的这个最后这段空窗的空档期啊，其实啊特别需要完善的一个管理了、这个也是我们对是机场公司的一个要求。我跟你讲吧，我们在部里面的公共工程的这个督导，这个是我来带领的这个团队是非常积极的控制到每一个行程哈。就说过去的 delay 也好，因为他现在整个这个工程的管理是他很重要的部分，一方面营运，一方面管理嘛。大家可以看到最近WG 滑行道在做事上有做一个交通位置计划，可是看反应下来，大家好像影响不到。这也是我们在。整个在工程施工中跟营运同时进行了，花了很多力气去做的一些事情。所以在我们交通部的长官里面呢、目前负责督导桃机的，就是次长您了。是另外，但是我是所有公共工程、陆海空都有工程都在我这边，就归你管了啊、对对对。所以工程如果出什么差错啊，就要找次长你负责了。哎，对对对，这应该我负责。唯你试问呢，哈。是不是这样？我们尽量做，尽量做。不是尽量做了，我们要展现不同的做法。对，我想我们过去这一块的督导的确比较不足了。最近我们事实上，像最近会跑很多地方啊。不是督导的问题啦。对对对，我看是人谋不张啊，官商勾结啊。你看桃园机场哪一个工程有顺利的？如果不是出了问题，做不下去啦。停止哦，要不然啊就是工期的延宕，没有一件 完成顺利的，所以这个新政府啊就有不一样的做法了。对，所以我们盯得很紧啊，然后有很多如果他们在处理上有一些困难，我们会重旁，比如说加入一些这个大家怎么来协助他，现在这个都有在做。所以希望次长这个是你的责任啊。你要好好的看紧未来，我们交通部的所有工程现在都归你哦。我是主持那一个的主席啊，那但是就是我们需要。另外，同时啊，刚我们也有很多委员在关心春节旅客疏运的问题。是。现在我们比较担心哈，也有传闻到啊，由于劳基法的修正通过，那会不会有串联？就是特别利用啊，在春节假期期间啊。比如说罢工，春节期间啊，正是交通运输的巅峰时期啊。那如果这个时候啊，任何一个环节，如果产生类似罢工这样的状况啊，这个社会啊，恐怕冲击很大，难以承受啊。
是是，部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消息？有没有这样一个消息啊？我们台铁以外啊，台铁以外公路啦、啊。现在台铁的确，刚才谈到还有复兴航空倒闭以后啊，那有没有办法承接下来等等问题啊？这个都有在处理哈。复兴航空现在邵明翰局长在哈，是让包括旅客，包括员工的钱现在都在处理。那刚才谈到，目前是客运有反映它成本会增加了哈，然后台铁这边会发觉人力不够，这个我们也希望往这边走。的确，比如说台铁刚才谈到这个2000多个的空缺。在我们司机人训练是要两年的养成，然后那个其他人大概一年的养成，的确有一点会接不上，但是我们短期也希望说，稍微春节的疏运会不会有问题？春节目前我们是希望大家尽全力保持，会不会有工会的串联？这个罢工的威胁，他们有在提出来，我们会赶快来。他们有在串联，我有威胁要罢工？台铁有在铁路，就是公路有没有？公路没有，我是还没听过。台铁有这样谈，但是台铁是大家知道是长期的问题，现在也是，这个我们希望说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个解决的一个方案，现在都加强在沟通中。是，好，谢谢。好，谢谢市长啊，谢谢主席。好，谢谢林俊宪委员，请郑云鹏委员发言。哎，主席、各位首长、各位同仁，大家好。那是不是麻烦次长跟董事长好了？好，请。那如果其他首长有需要，就自己就自行上来哈。好，这位次长好，董事长好。那我们今天来谈一点鸡的问题啊，母鸡、公鸡、小鸡、鸡蛋，来跟两位请教。那个两位有没有农委会的经验？没有，都没有哈。那就试着回答看看。来，我们谈桃园国际机场公司。那这是金鸡母，这没有错吧？一年赚40亿，甚至可以到60亿，这个有没有把握？当台湾的金鸡母，现在就是他们赚大概五六十亿，对，五六十亿没有错嘛？104年甚至到59亿多，我们希望还在成长哈。是，那董事长有没有把握当台湾的金鸡母？我们会继续成长。好，那今天我们希望不要变成杀鸡大会了哈，我们来谈谈看这个金鸡母的事情哈。那这个就是有预算有决算，那但是我们到104年的决算数的时候，曾经净利最高到59.38亿，这两个是预算数哦。那今年很显然你们是低编啦，所以这个要加油。好，106年的预算数要加油。那所以每年可以赚到，现在应该如果正常的话55亿以上应该没有问题。那但是就会有保留的事业公积，好，公积藏在这边哈，等一下再看一下公积怎么处理。缴交民航基金也有20-30亿，提拨桃园市政府有，也曾经到也快要将近7亿了啦哈，状况是不是这样？这只母鸡的鸡蛋跟鸡肉大概是这样分配的、啊。对，它的盈余是这样分配。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其他哈，再我该跟你分析一下。那这边是预算数，所以跟刚数字有点不一样，所以如果媒体有要求证正确数字的话，再麻烦机场公司这边协助哈。那机场公司我们把盈余除掉公积之后。会有18%会提列给当地的直辖市政府，有这样的一个分配数，所以102年2亿2000多万的预算，好，然后到一直成长到现在哈。那这个公积，这个给市政府的到底公不公平？我相信董事长知道嘛，市政府有一直在跟你们协议当中了。这一部分是按照机场发展条例里面来做的一个，这是法定。那我就要跟今天跟两位谈一下这个鸡到底哈，这个分配合不合理了哈，我会拿其他来比较一下。好，下一张哈。那我们给桃园市政府有三笔费用，一个是公鸡之后的提拨，然后另一个是降落费里面有一定比例会给地方。因为有降落就会有噪音，就有相关的支出，所以这会牵涉到你跟旅客或航空公司收费的问题，所以这一点也有提拨，这个没有错嘛。好，还有第二笔是什么？好，第三笔是空污费。好，那你跟使用人哈，也就是旅客收取的使用费、服务费跟噪音防治费之后，也会有提拨，对不对？就三笔钱。是，对。好，那一笔是扣盈余扣除公积之后，然后18%提拨给市政府。然后一个是噪音费，一个是那个降落费。好，那后面两笔会牵涉到航空公司跟旅客的那个收费的费率哈，所以那一点我们不谈，我们今天来谈这个盈余的分配哦。
照着机场园区发展条例第22条，那我们扣除，如果是要弥补亏损啊，那如果我们把盈余扣除公积之后，是18%，好，那要给市政府，这个没有错嘛，这是按法源哈，所以106年我们的盈余是49，我们的预算盈余是49.74亿，这个应该再调高，然后照我们这样推算，分配给桃园市政府的是在5.82亿，那是占了实际盈余的大概11.7%，这个没有错，因为你们公积扣掉之后再去算，所以本来写18%。矿海丢不一定假海丢，到最后变成11.7%。对，董事长应该是这样的比例，没有错吗？是，没有错，这样没有错哈。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再看一下。但是我们同样是交通部所属的港务公司，它也公司化了，机场也是公司化的，港务公司也是公司化的，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规范，你们抄也是18%。但是，港务公司提拨给地方政府的时候。他把这个18%再提掉公积，扣掉公积之后，哎，他回馈的比例是16.2%。我们看上一张，港务是16.2%，你们是变成11.7%。所以几架一只金鸡母插到后来，给农场的，你看，机场是11.7，港的哈，那个我们次长从高雄来嘛哈，16.2，你看这边才减1.8，那边减了4%多，为什么会哦6%多？为什么会差那么多？对，所以我要跟市长您讨论这个事情。您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就是那个提拨的公积啊不一样，一个是35%，公积不一样，一个其实我跟市长报告，公积不是一妻一夫制的，对，公积有两只，我再跟您分配一下，大小不一样。来下一张，哦，一样18%提拨公积之后，机场变成11.7，一个变成16.2，哎，差价贼哦，你难怪说。空港所在地的政府会抱怨很多，那差别在哪里哦？一只金鸡母，一妻二夫，养了两只大公鸡，有大有小。这个我希望说我们部里面要检讨。来下一张，我们在盈余的分配上面哈，它有两只公鸡藏在这个金鸡母里面，一个法定公鸡，机场公司10%，港务公司也是10%，这个对不对？董事长对不对？法定的都10%，法定就没有话说。但是有个特别公积，你们藏了特别公积了，您25%，港务公司只有13.5%，所以这边多了一倍，会造成你们提拨给当地政府的少很多，所以这两只公积不一样大，造成你大家在看这个金鸡母生出来蛋怎么分配的时候就差很多。市长，你觉得这样公平吗？因为他们两个哈，因为提供公积是当作。机场公司的建设基金来演呐、啊，嗯，那港就不用建设，但是他们现在在在整个机场公司是进入那个工程的这个高峰，刚才谈到要到就1500，你们从一开始成立到现在就是这个比例了，对，他一直在这个你们的合理性一直没有提出来说我到底被开挖这为什么要25%？难道港就不用建设吗？嗯，还是台湾？你们认为说台湾的航港、商港已经走下坡，所以变加贼？我在想说他们当时的确是为了这个港，比如说港务公司当然也有未来的建设，然后机场也有，但是机场是比较黑的。市长，我跟你讲，你这个我也不敢说马上叫你调整13.5了。那但是我们这个需求不能用想的，不然以后大家在董事会上面决定特别公积的时候，大家就是往上拉嘛，谁想要把自己的蛋分给别人去养嘞？就分给别人去吃嘞？所以市长。这个我相信是政策问题，你们要合理考虑，说不定哪一天其他的机场也开始公司化了，一定还会遇到这个问题。我相信地方政府都会要求，所以是不是董事长这一点上面你要提出合理的，说我们是桃园机场，我有特别的需要，所以才要拉那么高，不要自己藏了一只大公鸡在这边。自己的肉自己抬这样都买本给别人。报委员，这机场发展条例它是一个园区发展条例，它本身是以发展为精神、啊、就是本身园区发展上来之后，它是由机场的建制、机场的扩张、机场营运的发达，然后去带动整个园区发展、嗯、这道理大家都知道了。是，所以那难道港务公司就不用吗？就是你们的法定公积是法定嘛，但是你们这是董事会决议的，所以如果你们要说服地方政府或说服地方的立委议员，你们也要提出说我是要花在哪里，建设完了你这个调低嘛，那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承诺？因为这是特别公积是董事会决定的比例嘛，所以要把合理性拿出来。那个机场条例，那你今天拿得出来吗？好，所以这个部分我请你们讨论，我没有说一定要今天怎么样，好不好？我们讨论一下，就当初他们整个那个，哎，整个他们的想法，我们再好不好？这个一定要
互相说服嘛，是是，不然会对桃园来说啊，旅客坐个捷运就走了，你是鬼能无半鬼塞无，好、okay. 哦，会变这样。好，那个招委再给你借三十秒哈、哦，所以这个部分大家都在争钱，那所以标准不一样就有争议，请你们做政策上的讨论。哦，原来是时间没有跑哦，害我以为时间到了。好，公鸡母鸡讲完了，再讲小鸡。好、哦，再讲小鸡，我们机场公司在桃园要生什么小鸡哦？我看起来我们明年度会有四只小鸡哦，那。看你们觉得合不合理了哈，应该是这四只开始慢慢被补能啊啦，大家睡觉唔知，按规则细家洗几架，政治责任就很大哦。第一个是机场捷运要上路了，所以有很多界面需要配合，这个我相信董事长是专家啦，这个界面不只是什么旅客啦、行李，连水管都要互相整合。上次漏水就是在这个水管的界面上没处理好，董事长你有没有信心这个界面可以做得很好？这没问题，因为我也是主持这个会议的那个哈，就是大概这段时间把所有在李康，就是过去的调查委员会所不，我们上个礼拜刚把所有的这个管制项都解除掉的啦，都处理了。市长跟董事长有信心哈，是不要出问题哦。是机场捷运已经风雨很多，跳票六次了、哦，我们这边不要因为界面有问题、整合有问题出事，好不好？对，这个我们非常哦，这等一下谨慎、哦，马上会发生的。第二个就是第三航厦施工，包含刚才其他委员在讲的智慧航厦都取消了、嗯，所以这个要赶上进度了，已经落后四年了，这应该我没有记错。第三个是航空城要启动，以前有炒地皮的问题，现在没有了，这会牵涉到前面这个航厦跟航道的施工，所以这个部分也跟民航局好好配合，好不好？第四个也快发生了，以后会争议，所以次长你要好好的注意。我二航厦免税区的换约就要开始了，这个我认为是政策问题，不是约的问题。我希望公开、公平，而且公正要透明，这个一定要做到。哦，甚至我看了这个预算，今天有提到说保全公司要全部都要拆撤掉嘛，委员会是不赞成的。你现在既然公司化了，我一直很怀疑这样子我们委外啦 OT 这些制度到底符不符合我们公司化的目的。就如果你公司化了，没有文官任用的限制了，应该机场公司让他的专业做起来，你不要弄了一堆公司自己或甚至自己开公司自己再委外出去，这不一定是对的政策哦。这个争议很大，到烟酒公司都来做抗争，所以二航厦因为是主力，所以我也请部里面跟机场公司这个部分要可交代，不要弄到后来变成新的战场，是好不好？那个制度要想出来，要不要找二房东帮忙经营，来否决掉自己机场公司本身可以去培植的专业能力，这一点你们要非常考虑，好不好？不要与民争利，但是你也不需要让利，好不好？这一点好，好，那就谢谢，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好，谢谢郑运鹏委员。请简东明委员发言。主席、与会人员，有请王次长。好，请王次长。还有曾董事长。曾董事长。杰委员好。次长好。继续延续刚才我们郑天才委员。所咨询的有关于这个机场这个工作权的问题哈，桃园市刚刚曾委员也提到，整个原住民现在已经涉及有户口的人数大概已经是在全台湾各县市来讲是第三多，像我们屏东县虽然原住民有八个乡，人口数加起来还不及我们桃园市，那已经是固定户口已经迁到桃园市，但是我们看到桃园机场目前的员工500多位，所禁用的这个比例原住民才6位哈、哦，真的是太少。我们是希望说在整个目前各机关非常重视这个原住民就业保障的问题哈、哦、的情况之下。我们桃园机场也能够相对的能够重视这样的问题。刚刚我们董事长提到大概希望能够维持一定的比例，但是没有一个确定的比例到底这个你们的看法如何？是你们看法如何？这种看法如何？
我想提升原住民的就业机会，我们本来就应该很努力。那目标有没有办法？那个是不是给前委员一些？应该设定一个目标。目前我们这个比例是符合法定比例，但是我们不以这个为满足了，我们可以继续来提高。法律比例是1%吧？1%，对。1%是符合。1%，对。但是我们总结的说，按照人口的比例来讲哦，桃园是相对的是多的。是，我们会继续来努力的，但是我们也同时会希望跟我们一起的工作伙伴，就是里面的免税店跟各个服务机构，他们的比例能够，我们会要求，就是用合约来要求，我们那个继续来努力。所以我们那个交通委员会哈，实际上我们原住民的立法委员的这个人数是相当少，席次很少，我们才8席。包括这个部分区的哈，但是我们有2席在交通委员会，主要的目的也就是说，我们始终认为交通啊这方面的哈，是我们原住民地区是一个比较弱的一个部门，所以我们希望在交通委员会，透过交通部各机关单位哈，能够给予给我们更多的这种重视，所以我们2席。在这个地方，那么刚才也听到我们桃园机场哦，提到你们现在目前的这个旅客的服务评比服务评比整体是第一。这一季整体是第一吧？哈，对，当季就是机场服务了，机场整个服务的整体是第一。它有分。等就是说分级，我们是属于中型机场，到4000万以上的话是大型机场。那个大型机场我们没有跟它比，所以我们在我们这一级里面，中级这一级里面，这一级里面里面是第一，是。所以这个刚刚没有说明清楚假如整体包括我们全部这个国际里面的这个机场整体评比第一的话，香港机场跟新加坡樟宜机场，它都属于上一级的。是上一级的哈，那是我们这一级的第一名。是，但是也是不简单的了。是，也是不容易所以这样的信息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刚刚那个曾董事长提到的时候，我们才了解但是我们也看到今年5月开始，机场的服务费是从300块增加到。去年5月哈，对，从300块增加到500块，增加到500块，我相信这个服务费相对的就暴增了，等于是暴增了哈，按照里面的这个数字，当然这个所说的这个费用还跟观光的发展基金哈，能够这个发那个半一半，对半嘛哈，对半，对，是对半，对。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因为这个经费提升这么多当然我们的服务方面应该是要更加强一般我们看到这个日本澳门或是香港等地这个机场像日本，我们有说到日本一到寒夏里面，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对整个他们国家的一个介绍，包括北海道啦或是一些那个古迹啦包括他们一些重要的一些景点的这种介绍。但是我在我们的寒夏是候机的地方很少看到这样的这种状况。要不说明一下。是不是这是应该机场要做的还是观光局要做的？观光局有驻点单位。这边我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过去比如说我们跟相关文化的单位，实际上在中机场的整个这个服务里面像人文，除了商店以外，一些人文部也都有那当然就是说，我们观光也有驻点在那边，会做一些这个国际的宣传这个也都会做。这应该是观光局做的吧？驻点单位有驻点，观光局也会协助，这是机场跟观光局合作应该要做的事情。对对。所以我们觉得说桃园机场是一个国际的一个机场整个台湾来讲在观光的行销方面。原住民地区是一个亮点了解不单单是文化非常特殊其他国家应该看不到。是是。另外景点现在目前我们所行销的外国的观光客到台湾来只知道一个阿里山人这个观光人大概都朝向阿里山。另外就是日月潭
其实我经常在讲哦，台湾很多的跟阿里山一样的 地方啊，哎，很多地方啊跟略坦也类似啊，所以像这样的问题哈，在寒夏候机室，包括我们新销方面，我们是不是桃园机场也跟我们观光局他们既然也分担了这个这个服务费的这个对半的基金哈。应该都设置这样的行销介绍这方面的。刚刚我们有一个委员从国博委员也提了这样的提案，我觉得非常好本来就应该是要这样做对所以我想这方面希望能够做一个加强另外我最近也看到我们这个国际机场在这一个投资报酬的这个比例哦，最近五年里面好像在今年里面要就创106年里面所编列的是一个创造一个这五年当中的一个新低，为什么？因为我们最近两年有陆续很多大型的建设都开始进入完成使用的状态，所以它的摊体就是本身折旧摊体的部分会偏高一点，所以就吃掉一部分我们的毛利这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按照这个表显示的非常的清楚了毛利率啦营业利益率，包括净利率总资产的报酬率业主权益报酬率，在104年大概是一个高点106年几乎都是降低，是不是在我们的这个因为105年跟106年的部分现在都是预算数的，那等到那个104年我们看是结算数，结算数的话因为它旅客成长会有一些前面这4年你们所呈现出来的是结算数结算数对结算数所以我们看到你们这样的表我们是有一点怀疑这个获利的能力跟竞争力是不是出现了警讯？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摊体折旧摊体的部分是这样。所以假如说这个是预算我们是希望能够重视这样的问题是是。另外，我们刚才一直提到这个第二航厦这个扩建的工程的问题包括我们这个WC 滑行道迁建及双线化的工程计划。我们看到目前你们在整个数字里面的呈现出来的进度要在明年的这个年底能够完工，好像有它的困难度。目前我们的进度已经走过前面那一段做配合做调整的那个阶段，所以现在进度应该逐渐开始赶上。那至于说二航厦的部分的话，虽然它会到明年年底完工，但是它在今年的下半年开始会有一部分的那个蓝侧的部分面积会先出来，这部分可以先行使用，会分阶段来使用。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工程就包括捷运一做就是做好几年都没有办法如期完成这是我非常担忧了看到目前总是呈现出来的这个进度是差一截。刚刚董事长说目前有赶上一部分而且我们持续在控管希望能够持续的控管，不要影响到第三航厦的这个工程的进行。是谢谢。好，谢谢简东明委员。东明兄你来帮我代理一下吧，因为我要咨询我要征询在场委员的意见今天的提案大概有100多案，100多万是不是今天只答询？好吧，只答询。那么提案留在另外安排会议讨论，好不好？那第二件就是捷运公司，机场公司你刚才在回答的时候说这个保全公司一个礼拜你要提出来解散嘛，那你会计处这边是不是要把预算做个调整？好，趁我们现在今天不处理提案，你要把数字弄出来啊？好不好？你会计报表的数字大概减多少？现在一个礼拜是交付会处理，然后是行政院，所以他们可能有一些经费，可能是还没有解散前，还有一部分经费。我至少数字是不是？好不好？这你们要处理一下，好不好？那我们大概今天只是个人可以吗？只询答，好不好？那政保经委员在好。
你帮我代理一下主席好不好？好，接续请陈树月委员发言。那主席，请主席邀请那个王正次，还有我们曾董事长。好，请王正次，董事长。陈委员好。好，这个桃园国际机场啊，可以说是台湾哈最重要的一个门户哈，每天进出的这个旅客，国际旅客数量非常的多嘛哈，所以可是我们过去以来哈，这个桃园国际机场给人家的印象哈，真的都不是很好，好就是发生漏水的事件呐，哈那个水管爆掉啊，还有这个漏粪的这个事件，所以让人家这个印象非常不好，尤其是桃园机场淹大水，好对我们的整个国际机场的形象可以是重挫了哈，造可以说是跌到了谷底了哈，那。我们曾董事长在就是桃园国际机场淹大水之后来接任这个董事长的职务，好，相信就是说，应该也是希望赋予你一个很重责大任嘛，哈。除了就是说把这个桃园国际机场，能够把它就是这个营运的部分能够跟他掌握好之外，应该对这个整个形象的一个扭转呢、啊，应该也是应该你要努力的一个方向。所以我先请教一下。董事长，就是你上任之后有没有彻底的去盘点过桃园国际机场哈，还有这个面临的一些缺失？我们在0602有发生淹水的事件之后，机场不但是针对这个事件本身加以盘点，也把过去公司成立6年来所有发生事件从头盘点一次。那总共我们建立的一个所谓改善的计划，总共有74项需要改善事项，目前已经完成38项，还持续在进行中。那我们也配合这样的一个改善动作，我们分别针对国内以及国际的专家分成2个团队来协助我们进行进一步的中长期的体检作业，那这个都已经在执行中了，那国际的顾问大概会在明年的2季之后来进场，那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我们机场公司希望把这个危机当成是一次转机了哈，能够彻底的把我们的一些体制的改变，包括我们除了针对问题解决以外，我们也希望建立制度，刚才有其他委员有提到，就是像我们的一些管线的资料，在过去比较没有盘点整理清楚，造成我们很多业务执行上的困扰，这一部分我们都已经朝向把它系统化、制度化且科技化的方式来做处理。对，因为我们希望说新政府上台哈，就是要有别于过往的一些作为，然后要重新让民众哈，就是能够肯定了哈，毕竟这个国家的形象真的是非常的一个重要，我们不希望说我们的政府好，包括我们的陶机公司，好一再的只是在做亡羊补牢的一个工作，好，我们应该是更积极的，好，除了说这个盘点缺失之外，我们也要去努力积极的，好去就是说规划可以提升我们形象的一些这个工作啦计划。这个也跟委员报告，刚才我们讲都是所谓筑底了，就打基础的工作了哈，基本工动作。那实际上我们国际行销也一直在进行，我们跟 ACI， 我们现在是我本身在担任他的理事，我们跟其他机场也都有交流的活动，那我们也参与各项的评比，我们也朝向就是在国际上能够持续的能够追求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国际形象。好，那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你们盘点的缺失，目前完成了34项嘛，哈？38项。哦，38项哈，那你可不可以稍微列举一下，让大家有一个像我们所有水路的清点跟一些相关设施的改善，这一部分都已经算是跟水路相关的清点跟改善已经初步完成了。那另外我们有一些关于我们有一些防堵的措施，就是真的发生水进来的时候，能够守住第三个防线，这一部分也已经改善完成了。好，所以像那就是以后这个部分不会再发生了。就是我们有增加了第二、第三防线。好，谢谢。那另外
像你说还有70几项未完成的，你可以在多久以内做成改善，完成这些改善？我们大概全部中长期完成大概要3年，大概我们会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进行，它分成短中长期来完成。3年哈？哎，对。好，那当然有一些工程师会比较需要时间跟困难度了哈，那我们也希望说在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尽快的完成哈，让我们的设施更完善。那再来，今天我们审这个预算里面，当然很多委员有提到这个保全公司的问题嘛哈，那我们当年在成立这个就是投资了这个2亿元成立100%持股的陶基保全公司，当时的交通委员会就有意见了嘛哈，认为说这个一来会与民争利嘛，那另外也有可能造成其他国营事业的这个跟进的一个风气。好，那包括刚刚叶委员有提到的哈，就是有违反采购法的这个部分嘛哈。那我们现在看到明年度的预算里面哈，我们就是还是有编列这样子的一个预算，可是我们知道你们已经确定要停办嘛，要撤资停办了。可是在这个撤资停办的这个决定哈，我不晓得你们是什么时候报到交通部的。我们是在9月份通过董事会通过这个提案，然后通过以后我们才厘定计划，在上个礼拜报到交通部，要报行政院，这要行政院才有办法核定。你们上个礼拜才报啊？因为终于要拟一个所谓的解散计划。因为 我看到资料怎么是你们8月31号就函报了，函报交通部函报这个决定，董事会的决定，但是需要再提一个解散计划，解散计划需要点时间拟定。我想说8月31号到现在也过了好几个月了哈，我觉得这样子既然已经决定要撤资停办了，这个程序应该就要加快嘛。好，那你们明年的预算又把它列进去，我觉得这样子就报员那个这个预算是在今年年初由行政院这边转立法院来做的，所以它是比较早。那后来我们在今年的年中中间的中，在7、8月检讨的时候，认为确实它可能有重新考量的必要，所以才做成新的决定。那至于说这个刚刚有一部分的其他委员指教，是不是要把这个预算做相关的处理，这个我们完全认同，就是可能只要保留明年上半年有一点点短的时间，会少数做结束业务的少数人力之外的话，其他预算应该可以在行政院核定以后就不要保留了。好，就是针对这个陶基保全公司的预算，本席也是认为说要你们要做一个调整了哈，重新的一个调整。那另外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这个保全的问题哈也是非常的重要哈。那目前我们有关机场的这个保全的问题你们是怎么处理的？目前我们保全其实一直都有跟委外的保全公司来有合约来委托他们进行所谓的保全保安的一些协助作业，那里面会有比较大一部分在最近产生这个需求，是因为有一部分航空警察局的他们的警力安检的部分常常会配合目前的快速旅客业务量的增加，会跟不上这个需求，所以我们会有一部分用来支援给航警做相关的协助检安检的工作。是，那如果说我们自己陶基公司成立保全部门，这样子的方向可行吗？原来的方向是希望这一部分由我们自己来训练相关的保全员来做这个委托，不是来支援航警局的工作，我认为可以更直接然后更有效率。但是它里面涉及到有一个采购法里面所谓再委托的这样的规定，就是我们陶基公司委托给机场公司的子公司保全也要经过采购法的公开招标了，那公开招标的话就不见得由他得标，所以会可能产生达不到原始目的，所以我们认为这样会造成采购法里面解释上的一个干戈，所以我们认为按照直接委托给民间公司，只要在训练上能够加强的话，也可以达到同样目的。现在朝这个方向来努力。OK， 好，因为我觉得这个保全的问题也是非常的要紧的哈，因为尤其并没有放松，对，就是说现在国际上很多的恐怖的事件哈，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未雨绸缪哈，要有这个因应的相关的一些措施了哈。那再来，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我们陶基公司有2项的这个专案计划哈，一个就是桃园国际机场智慧航厦新建计划，我们目前已经是签请要
暂缓推动嘛，哈。那另外一个北侧基坪的新建工程，我们是已经要确定办理停办的签核当中。可是你明年度的预算里面，你还是放进去哦，这样子是不是跟这个预算法有不合之处啊？鲍委，那都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透过行政院转大院这边来做审议，所以我们也是在今年年中中间的中七八月的时候重新检讨，确实它的区位跟它可以产生效益的时间都比较偏短，而且区位并不是很恰当，所以我们认为它应该不适合在这个时候来执行。那我们应该加速来做 T2， 就是二航厦的扩建跟三航厦的新建的工作，要加速办理。是，好，那这个部分哈，就是是不是也要做一下调整哈？你们回去可能要再做重新的一个思考了哈。那另外就是，当然就是整个陶机公司的营运跟航空公司都有密切的一个相关嘛哈。那在上个月的这个复兴航空的无限期停飞，当然可能未来也会影响到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个收入吧，是不是？复航的部分，新航的部分，它本身跟陶机公司还有一些欠款未收款，我们会按照相关规定来跟他收取。那这一部分，这个收得到吗？我们势必要收到。他如果真的有困难，我们也会采取法律行动来处理了哈。那至于说他剩下有一部分飞机，在我们机场里面也找位置帮他先做暂停的动作。是，好，就是说这个部分哈，我们也是要妥善的一个处理了哈。好，谢谢。好，谢谢。后面没有人了。谢谢。好，我们下一位请陈委员写生。时间四分钟加一啊，对不起啊，四分钟加一分钟。主席啊，当刀委有权利要优待一点了哈。谢谢了哈。我是请王次长跟曾董，好不好？主席啊，请一下次长。好，跟次长。哎，次长，董事长好，谢谢主席啊。是，次长，我觉得哦，我为什么蛮支持贺成部长的？你知道，我一直认为他在行政上蛮中立的哈、哦。他来上任以后一直在做事，我蛮支持公务员的哈、哦，我蛮支持公务员。我们有一些委员，当然。一直讲，哎呀，前朝怎么样？前朝怎么样？我当县长的时候啊，后面也讲前朝又怎么样，做了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事，然后后面呢又在指前朝哈、哦。我是觉得在意识形态上我们不需要，因为交通委员会蛮温和的哈、哦。你看这个清朝把明朝推翻了，中华民国又把清朝推翻了，对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把中华民国搞得苟延残喘，哈、哦。所以一朝去谴责一朝没有意思。我们现在民进党执政，怎么样把执政党的工作做好最重要的，因为以前没有做好嘛，没有做好国民党才被人家推翻嘛，对不对？才轮到你执政啊。所以早上也提到一例一休案子通过以后啊，因为交通事业单位里面很多的公路局啦、铁路局啦、航空啦，所以次长你要回去啊，要预为因应哈。了解。因为人力还不足嘛，尤其铁路员工哈，人力不足。好，而且过年马上快到了，是不是？对，过年马上快到了，再需要人力了哈。好，怎么样协调？怎么样妥协？哈，因为会有一些后遗症出现，好不好？这个拜托。好，那么我再请问次长，第二航厦的扩建工程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好像2018哈。因为一直拖了，好，曾董，你答复一下。二航厦的部分会在后年底完成。不要再拖了，好不好？我们会、因为它不是整个完成才能用，它会分阶段来提供使用。它在明年的下半年就会有蓝测的部分先提供使用。我建议啊，你不要用分阶段了哈。那前面先行完工的部分就先行使用。是是。那你整个工程既然有预定规划的时间，你就按照预定规划的期程去把它完成嘛。对，最终还是要如期完成。是不是？你不要说，哎呦，还有后面还有这个验收时间来干什么呢？我先用，不需要这样嘛。有为的政府不要这样哈。各位，因为它本来就是半施工的。那么，桃园航空城第三航厦的部分什么时候可以完工？T 3的部分它是在2020年完工，但是必须要有半年左右的试运转，所以它应该会延宕四年了哈，延宕四年了。
照你们的报告延宕四年了。鲍委他其实是前阶段，因为是两个都是国际标了，所以国际标的部分花的时间稍确实比较长一点，他的规划跟设计都是国际标。嗯，你看看那个小小一个金门大桥啊，每次选举啊，妈就浮上来，选完了又沉下去，好不容易再发包了，发包了问题又一大堆，哈，我们台湾人不如人家吗？我们工程技术不如人家吗？是不是我们真的自己要检讨？我们自己要检讨。另外，我想请问一下哈，现在旅客人数已经达到3800哦，不止4100万人次了。你看，我们从一百年哈，2600。101 2900 102 3200 103 3500 104 3800 105 3700 106 4100万，这人数一直上来。那我们现在桃园机场容纳的人数只有3200万，你去看看出国以前两个钟头，现在我看要三个钟头，尤其在配合安检，整个当然现在陆客来的比较少了。我们去中正机场哦，整个机场大厅全部都是人，哇，那简直很像那个长城在移动啊，哈，很恐怖哎，常常都没办法配合飞机起飞的时间呢、啊、到达。那现在会比较好一点了哈。还有松山机场，哎，松山机场跟这个桃园国际机场，松山也是国际机场吧？松山机场现在是谁管呢、啊？民航局林局长，好不好？有请主席，请一下民航局林局长。陈委员好。松山机场啊，目前是跟桃园机场是什么关系？财务上？财务上没有关系。桃园机场已经是国营公司。行政上没有隶属？没有。那松山机场是独立的？是归民航局管，民航局下辖的机关。哦，它本身的预算呢？预算就在民航局预算上，就在民航局预算里面审完了。哎，那桃园机场里面的一些收费也不会分配到松山去嘛？哈，它是分配到一个是民航作业基金，那另外一个是我们的那个租金，对桃机，因为桃机的土地都是民航局的，所以他们要付民航局租金。那还有松山机场，你注意一下，很多民众跟我反映啊，早上7点半，尤其飞台东花莲那一班呢、啊。你去看那个旅客哦，排队排的很长啊！你看看 CIQS 的部分哈、哦，是不是能够请他们配合一下，提早一点上班，或是能够看看工时上怎么样做一个分配、是调度，好不好？好，马上来。能够提前半个钟头啊，是来作业的话，人潮不会那么拥挤。局长，你回去能不能协调一下这个工作？一定来处理，好不好？好。还有就是上次我提到这个。桃园国际机场有吸烟室嘛？哈，安讲我们有四个吸烟室。我们现在都尊重少数啊，是不是？尊重少数，我是不吸烟的了。不，依法定规定就是要设吸烟室，哎，不能，主席你不要，不能在室内，要到室外。我是尽量就戒烟的，我不吸烟的哈，因为吸烟对身体不好。但是我们尊重少数啊，松山机场里面空间那么大，你弄一个小小的房间，能不能考虑一下？好，因为我们委员会里面啊，很多委员，你看李坤哲委员呢、啊，还好几个哈、哦，跟我是没关系了哈、哦，不行，好不好？这个拜托一下哈、哦，你看那个桃园机场有，桃园机场有啊，桃园机场有，桃园机场有吗？有在管制区的有四处，松山机场为什么没有呢？你尊重少数嘛，连少数的那个同志，你看我们都在修法，专门立法了，你看。鲍员那个依烟害防治法室内不行了，所以只能在空侧或路侧。可以啊，你比到中正机场吗？那中正机场那个跟烟害防治法没关系吗？桃园机场是在室外，室外只是有雨披了，有。那你也弄个室外嘛，松山机场没有室外哦。弄个室外，你可以比照一下，弄个室外啊。我们要尊重少数，尤其这一些吸烟人口对国家有很大的贡献了哈。你看2.0肠道没有钱就加20块。是不是20块已经加好几次了，你知道吗？哎，我们这个是对国家有贡献的、啊、好，又抽烟又喝酒的人，我们特别对他关照。本来这个医疗费用啊应该打点折扣了，你知道吗？打点折扣哈、哦、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我们都要记住哈、哦、这个局长拜托你好不好？是、哦、谢谢。我们尊重少数了，不是我替吸烟人口争取权益的哈、哦、那主席在笑，你看啊、哦、主席在笑。
那民航局长你请回好不好？谢谢委员。还有提到这个机场保全公司啊，保全公司现在基于政府采购法哈，大家都要竞标嘛，不能因为他是你的子公司你不要竞标，那你竞标可能会输给人家，好，会输给人家，所以你这个保全公司的存在有没有这个存在的必要哈？早上委员讨论很多，在以前确实我们交通委员会啊是反对的哈，但是交通部一直决议是要的了哈。那我觉得你保全公司既然尊重大家多数的意见了、啊。好、哦，你在整个财务上、预算上，整个结构做一个盘整嘛，是不是？那今天没有处理提案的话，你在下一次请洪处长这边好不好？你讨论一下。好、哦，那么春节快到了哈、哦，复兴航空啊，处长哈、哦，那个曾总你请回。好，李导啊，因为这个复兴航空的事件嘛，哈，是不是请次长这边到时候要协助我们金门、马祖、澎湖的离岛立委，在年前呢、啊，我们一定会开个协调会，也请民航局这边多配合。这没问题，这没问题。尤其在调度班机，还有航港局啊，调度船只，是，还有国防部的西幺三栋啊，还有紧急医疗的直升机，这个没问题，这个都请次长啊。能够对我们离岛多做一些关心，这没问题，我们一定会这样做。没问题，我想公务同仁了、啊，大家工作都很辛苦了。是，不要因为换党执政、哦、大家有所懈怠。是。另外，早上委员也提到，就是说很多公务员转任，当然现在像曾次长了、啊、范次长啊，他们之前都非常优秀的，而且在还没退休的年龄转任这个子公司啊，我们国营事业单位啊，我觉得也是好事的。不过要注意到，就是说公司里面有一些经理级的职务哈，就比如说公务员，这个公务员干到13职等了、啊，就上不去了，就上不去了。常务市长没14职等，没那么简单了哈。对，我是觉得机场啦、啊，这些港口港营事业单位啊，我们国营事业单位啊，还有中华电信，还有很多啦。好的一些职务底下有优秀的一些专职技术人员或者好的公务员，你让他升迁上来嘛，他干了一辈子，应该我觉得是干了一辈子啊。那很多因为选举的因素，然后他空降做董事长啊，空降做好，赵伟优待10秒钟啊，再跟他演10秒钟，再演10秒钟，再一秒，10秒，好，好不好？我想这个郑宝清委员呢、啊、已经在警告我哈。这个、我想刚才陈兆伟所提的，我们部长的确都用那个专业跟经验这一部来谈，的确是这样。尤其在考虑到有一些对有一些很好的优秀人员呢、啊，你要把他提拔上来，不然他干一辈子，应该看看，我觉得应该要这样做。我不如到交通部去哪里，或是选个立委，或是选个什么，我嘣一下就跳上来就干了什么位置了哈。我们希望我这个底下基层人员的心里面一种感受。让他有向上冲刺的一股力量。好，这个是我们国家竞争力的进步，好不好？这个我们秉持这样做。好不好，请市长注意一下，好不好？好，谢谢市长，谢谢主席。好，谢谢。刚我们那个陈委员讲的都是实话，他只有抽烟跟吃烟，不吸烟，好不好？好，那找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啊，上厕所旁边给他用就行了。好，谢谢。没有，我是说尊重少数啦，我这个意思了，尊重少数了哈，因为每种人口都有了哈。好，继续请施义方委员发言。主席，请王社长及机场公司曾董事长。好，曾董事长。社长好。社长好。社长好。我想要请问一下曾董，就是有关于那个机场滑行道目前的那个进度怎么样啊？我知道委员非常关心这个事情，也持续在要求哈。对这一部分，我自己也跟他们开过会，然后我们也逐周在控管。上个礼拜的进度是一单周进度是1.1级，大概是已经慢慢开始看到一些成效哈。所以最近半个月的我们的
赶工的效果已经看出来，那我们预计还是按照原定就要在明年三月要赶上预定进度。预定进度是多少？34%吧，33%。明年三月不会那么少吧？好，我上次答应我37%，怎么又降3%下来了？37%，我详细是会后再补给委员。好，那另外那个 T3 哈，T3航厦那个现在目前我有看到你今天的报告哈，是在10月份哈，今年的10月份已经进入了细部设计哈。是。那个 T3目前有什么样的问题吗？T3 目前它在设计的过程当中，都必须符合原来它提的构想在进行中，因为它是细部设计跟原来的规划总顾问中间会有一些构想实现的问题的哈。那这部分目前都整合来不错，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T3 是一个上位计划哈，在之前呢、啊。之前 W 滑行道慢的时候哈，这个上位的计划一直都没有出来，还是有一些原因哈。是。那因为 T3 是开国际标哈，目前开国际标，你认为开国际标有什么样的缺失啊？开国际标的话，它本身评选作业会时间拉的比较长，哎，这一部分在时间上必须要考虑。那这个国际标的缺点，本席等一下再跟次长还有董事长报告一下哈。那本席要要求你，你那个 T3 的那个进度表什么时候可以给我？目前还没有进入施工，把它的全程的进度表、不是施工，全程的进度表。会后我们准备好就整理好给。比如说你十月要做这个西部计划，西部计划到什么时间，然后再下来要做什么事情，花包了什么之类的等等。我要的是那一个大项目的大纲的进度表，什么时候？会后就提供。好，我给你3天的时间。好，那另外就是说国际标哈，我也要跟次长报告一下，因为今天部长没来，本来要咨询他，因为他总是认为外国的 A 量比较严哈，所以他对于开那个国际标的话哈，他相当的有兴趣。当然在 WTO 的规范里面，我们必须要开国际标，但是本席可以跟你们报告一下，目前开国际标的缺点在哪里？第一个，因为它是智慧财产权是国外，因为这一次在机场航厦里面，你把本国的顾问公司几乎都排除掉了，因为你的规格的设计里面造成的绑标，一年要有4000万的人次的设计经验。我问你，台湾四期或者是中心，曾董事长有没有这个经验呢、啊？因为台湾的航厦从来没有达到4000万过嘛，所以台湾没有。所以你让外国人绑架了台湾的厂商，哦，所以在智慧财产权的部分，外国人根本不鸟你台湾，所以他根本就在智慧财产权的转移里面是一个问题，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资格标的资格哈，绑开标的资格里面限制了本国的厂商，你可以看到参考韩国或日本，他们对本国的产业的保护，我们台湾开国际标了以后，造成了很多的问题。那第三点就是开国际标了以后，所有的在国内的工程里面完全 delay 的相当严重，设计的问题层出不穷，这是第三点。那第四点就是义务款太低，造成国内的厂商必须要支付大额的义务款给国外的厂商，任他予取予求，要不然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执行这个标哈。那再下来是罚则的部分，国内的厂商要完全的被转嫁那一些罚则的部分。第五点，就是国外的厂商拍拍屁股就走了，再下来施工的责任，所有的责任都必须要本国的厂商去负担。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不知道次长能不能理解我讲的话。我了解。我想，过去可能在国际标里面，就是对于特殊技术了哈，其实是说他们对于未来，比如说一个建设它的未来性，国内的厂商大概都很多没有这个资格，因为它是往世界来看的。但是刚才委员所提的，的确也是一个课题，就是说国内跟他 joint venture 有很多这个被绑，然后国外也一般会比较，应该讲说他比较这个以利润为导向了，所以很多的配合上面是比较差。这一点，次长，我想你的前途哈是光明的。在未来了哈，未来在国内开国际标，希望说以本国的厂商作为主要的考量。当然，因为 WTO 的关系，我们必须要开国际标。但是 critical 的部分的内容是足以让我们参考的。你在设计这个标的时候，尤其你聘用了大量的总顾问，这些总顾问都是外国的厂商来的。那外国的厂商，当然他的设计标一定是朝着国外。所以在国际标的设计，在国内里面是一个相当是大的缺失，这个部分我希望在未来能够做个改善。好，另外我也勉励曾董事长，
机场的管理要好的时候，你过去的记录里面，哈，五羊段也好，或金门大桥也好，或者是雪山隧道也好，都有 delay 的经验了，哈。所以这个前面的轨迹，我希望你要好好的努力，哈。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市议方委员。我要跟你敬礼。不敢，不敢，不敢。今天市委员穿得很帅哦，跟次长一样，两位都很有前途的哈。我们次长今天你看也穿得很帅、啊。好，继续请曾明忠委员发言。曾明忠，曾明忠不在。孔文吉委员发言，孔文吉，孔文吉不在。卢秀燕委员发言，卢秀燕，卢秀燕不在。徐正伟委员发言，徐正伟，徐正伟不在。陈明文委员发言，陈明文，陈明文不在。徐永明委员发言，徐永明，徐永明不在。蒋乃馨委员发言，蒋乃馨，蒋乃馨不在。黄昭顺委员发言，黄昭顺，黄昭顺不在。廖国栋委员发言，廖国栋，廖国栋不在。陈廷飞委员发言，陈廷飞，陈廷飞不在。吕玉玲委员发言，吕玉玲，吕玉玲不在。李红军委员发言，李红军，李红军不在。登记执行委员已经发言完毕。委员严光恒、刘兆豪、肖美琴所提的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并且刊登公报。针对本日会议做如下的决议：报告及询答完毕。委员在执行中要求提供相关书面资料或未及答复部分，请交通部尽速以书面答复。桃园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预算，委员提案于本日中午截止收件，另定期进行处理。散会。高伟，人数不够，准备就散会。郑宝金呢？郑宝金跑哪去？人数不够啊。那死家伙有了，宝金在。我不跟你提出异议啊。谢谢。提异议，他妈叫军法处理，你提异议。谢谢，谢谢了。我们那个中正机场、桃园机场那个吸烟室，其实叫室，但是它其实是室外，因为法定规定是要室外空间。这个我们有那个东西，有四个地方，我们也有吧。松山也可以啊。那松山的部分就你要跟林翔讲，我们也会跟他。而且林明贤表现，他常常给我什么接机送机啊，你给他鼓励一下。不用看，不用。好，你什么时候出去，你要跟我讲啊。队友一个够你了哈。谢谢。好，谢谢。哎，兄弟啊。